然后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讲一个事情，叫做剥削的实质，不是剥削。我这边的话就是说我现在那个，我想一想，我本来刚才就首想讲先，这个，但很是我多又捋人不不清理楚解。啊。其实就是类似，就是说我们最近那个，属于在公益活动上组织了一个就是不少的一个事情了，但是那个我们的那个本行。就是说，一个主线任务其实是这个文化，就是那个阵地战，然后就是说它会涉及就是这个一些游戏制作的一个话题啊。我今天本来下午想找你们讨论的就是关于就是说那对，个我们那个怎么就是重新启动就是跟游戏相关的一些事情吧。然后就是说那个它在我之前的这个体系里面是就是说那个叫新创系。然后，我下午本来想找你讨论的一个话题是那个，我们接下来做的就是游戏有什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方向？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这个，reflective 的，就是说它该怎么做，以及就是说它在这个新的就是体系里面，就是它该放在什么位置？对，也就行是啊，就这是个我觉问得题，这个我们可以说考虑，就它可以有哪些定位，它其实会涉及我早先给的就是这个体系里面的一个就是位置，是这个一个就是新文化体系里面的一个就是那个位置，我这个我觉得叫做其实就是说那个我这边就是在探索一个新的就是这个文化范围。涉及一些这个理论方面的一个探索，就是说把这个理论就是变成一些这个实践化的一些文化生产，然后类似于就是说我要提供一种就是一系列新的方式的游戏的一些那种方向跟标准吧。我们之前说是这个叫做环境观游戏，具有就是这个环境性的一个游戏。我其实说的是这种极尽可探索的一个类型，就说一个是模拟方向，叫不可能的乌托邦蒙古。对，它其实会涉及一些那种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制度的一种就是模拟啊，还有就是如何做分配的一些就是那个模拟实验的制度，然后还有就是说是那个跟现实关联的，就是这个即时性的一个，对，这个类别，我现在试的就是提出几个类别，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那个叫做 reflective 我们原来的就是一个就是属于那个我们那个游戏啊，我们那个游戏早先我们在做的那个游戏的名字叫 reflective 一个反射的意思，然后 reflective 它就属于一个就是叫就是属于这个类型的一个游戏，它是具有一个就是那个自反性的，这个游戏的就是它特点是那个是影像实现的，你通过就是玩这个游戏啊，它其实有点像那个听着你的就是属于影像实现的这个哲学理论啊，我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就是。喂喂，能听到吗？，Hello，Hello，先试一下声音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能听起来题，清晰没有问题，？OK，没有问题，我都能听到。行，我那在反看你们的视频，你们两个是都在重庆吗？不是，我们是那个福州公益组的，就是组织者。不好意思，我老记错，我老把福州跟重庆记混。不对，过因为我我是是重重庆庆人，人，他是重庆，对。那怪不得可能是他们跟我说你是重庆的，然后我就记成重庆小组了。他那个菠萝那个就是这个我合伙人，他是那个重庆的。我们以前在重庆待过几年的。那你们两个现在都在福州吗？对，在福州的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工作室在那个福州的城乡结合部，然后我们在市区跟这个县城两地跑。我们现在店也在城乡结合部，我们最近不是也是要那个，
就是搬家嘛，我要跟他们一块儿住，然后找的房子，我记得都找到村里去了已经，但是那种就是农家乐的村儿，就是也不是特别远的村儿，就也是城市周边那种。你们是哪个店要搬走啊？不是，我们店不搬，但是我们之前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跟他们住的地方不是分开的吗？我们现在就是要就是换房子住到一块儿去，就员工宿舍。地方大嘛，可以住几个人？对，就是说准备找个大的嘛。我这两天找的都是那种，就是什么什么联排别墅那种，就是三层，然后两三百平那种。哦，两三百平这么大？对，然后就你找那种村城中村，城中村比较不方便，也不是不方便了，就这两天也在找，就是新一站那个红庄嘛，我们也去了，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想要一整栋，然后那个城中村那种楼就是。一整栋又太大了，因为一整栋十几个房间嘛，我们用不到，也没那么多钱，所以就是住那种联排别墅，一个月房租，然后我们要的是那个简装跟毛坯嘛，反正就五千多吧，我大概不能接受高于五千，我觉得。哦，苏州还是挺高的，我们这边城乡结合部就很低的，我们现在那个工作室是一起住的，然后那个1700，现在住的是。四个人还是五个人？最多可以塞四个人。对，它是一个那个楼中楼有两层的，然后楼上可以种菜，他们现在在楼上。你稍等啊，看猫在干嘛？我也想找个你们这种类型的，但我现在找不到。稍等。因为我们偏市区的，可能就不大好找。来。对。给我调出来。因为我也不想住在那个就是住宅区里面什么的，但是苏州这边就它全是开发好的住宅区，没有那种民房，然后民房全拆了，盖那个小区。我经常找这种民房住，但是苏州可能城市化的已经太，而且我也觉得怎么这么快，就为什么就说要5000块钱，而且那都很毛坯那种嘛，就很简装那种。然后还是在地方贵，而且主要是他给我老给我推荐那种就是精装修，觉得很好。那精装修在我看不如毛坯，我觉得太丑了。他老跟我说这个精装，我说不，叫毛坯，你不要给我精装修的，你们那个精装修在我看来就很可怕。但是那个地方定下来了没有？我们这两天还在找，但是目前有一些选项吧，反正都得5000多，都不便宜。然后5000多，你进去你还得自己再稍微搞一搞，但是。我记得去那个城中，也不叫城中村，然后就有个景区叫孟山，因为苏州不是好多那个就是小山丘那种小景区嘛，因为游客多什么的。然后那个景区有个就是说在小山丘里面，周围全是民宿，还有什么饭店什么的。对。然后是然后那个地方之前是个美术馆，就也是一个美院老师用的，然后那个然后很大。我估计得400-500平，然后也只要5000，然后那个就是也非常干净，非常整洁。那周围就是太远了，就开车从那边到店里可能要20分钟。大概300平5000好像。哪300平？500平大概。500平啊？那我觉得这性价比蛮高的了。对，所以这天魏明子就动心了呀，他说啊这个好，然后我就说，我现在问题是我们就是说我们所有人住在这个里面，只能把楼上就是几个房间6个房间住满，然后一楼那200多平，或之前是个美术馆嘛，现在就纯空着，然后他就说对，就是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小手工作坊，什么工作室之类的，你就是也不知道干嘛，也没有人，主要是现在都各自在忙，就是说对，现在主要是没人。他跟你们去吗？他不是有一个那个老妈的那个房子吗？他不跟我们去，他自己住在他的那个婚房里面。你们现在去那个餐厅离得远吗？不远，都住在附近，都到店里就1-2公里。那挺方便的。我们现在还在那个找场地，还没完全敲下来，然后找了几个。现在还得再看一下。你们注册民非那个钱从哪来啊？你们又不像我们，我们就是公开募捐的，直接卖会章的钱拿来注册民非了。对，我们反正到时候就会拿那个场地。我们现在是在那个苏州，
汤山灭区这个地方找了一个点，是我们一个刚刚张姐不是在问我们那个收入状况吗？啊，你没听到吗？我没听到，刚才那个这边有你、啊。我说注册民飞哥3万块钱还有燕子吗？你们这个钱从哪儿筹的？哦，我们这边因为有就是公司的这个运转，就是3万块钱还 OK。就是你们自掏腰包吗？其他组员不从他们那边筹吗？就说这里跟他们商量一下，就是那个我们掏，我们可能就是可以帮忙先起个步嘛。那你们后续大概打算怎么搞呀？后续的话就是说那个就是属于拿那个场地，然后把机构的场地注册在那个地方。对，你说具体怎么搞是说的有意思。就是你后面运营每个月肯定也要筹钱的，然后特别是你活动规模想扩大或者人再多的话，你肯定经费要多呀。你现在小规模搞一搞，比如说你一周几百块够了，那你要后一个月一两千跑不了的呀。而且你注册民飞，重点是还要得给员工，里面还得有员工，还得发工资什么的，虽然也不多吧。对对对对，是这个问题，我知道了。我们现在那个公司有一定的就是那个。经济活动嘛，就是四个人，就是接下来是一个那个，他们都是算那个全职做这个事情的一个状态。然后志愿者里面就是有一些，现在我们办了6次了，有一些就是说那种他要常态化参与的，有几个志愿者他是有意义，就是说长期参与的。然后我可能看一下，就是说他们的那个技能，你就说能不能就是说进一步参加到我们这个活动里。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们说你们现在工作是四个人，你们既是一个就是这个公司这个商业主体，然后同时你们四个都是小组的是吧？你们也有这个组织上的关系是这样吗？对对，我们这公司其实只是个名义，可能跟你们那边状态差不多。然后其实几个人都是要那个全职做公益那个事情的。那你如何看待魏明子现在出那个视频，公益团队如何赚钱？然后他说了一大堆，什么什么什么送什么做吃的，什么什么做什么那个什么电子产品，做什么通讯什么之类的。对对，我有一部分就是挺赞同。我们那天昨天好像是前天的那个会议还聊过，就是他那个事情啊。我们现在其实在组织做一些就是那个硬件相关的一些属于预研工作。因为我跟这个菠萝那个，我们算是那个工科的，所以做这方面的其实就是属于上手不放特别难，然后所以我们打算参与。嗯，对，好的。目前来说是我们有其他的，说白了就是给什么外包啊、打工啊之类的，有这些活动呢，目前是可以撑一下。那你们现在这公司平时靠什么赚钱啊？你们又没发行游戏。你们就是给别人做外包的活是吗？我们做那个行业咨询，那个大概就是说，以前一些我们那个老东家，我跟他以前是那个在腾讯的嘛，然后他那个老东家有一些就是技术或者游戏设计的难题，他会来问我，然后我们就说他咨询会，说白了就薅羊毛。所以你们就是那个数字游民是吗？其实你们在哪儿办公都一样的。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在那个城乡结合部，赛博游民。对，然后我们这边已经待了好几年了，那个公司是注册有就是那个2年多了，差不多了吧？对，2年多了。2年多了，其实，早先的时候都是那个就是那种游民嘛，做独立游戏的。然后后面就是因为有业务需要，我们就做了一个东西，其实也是名义了。我们那个内部其实是按那个劳动时间来，就是一个平均分配的一个做法。对。好的，那个我想说什么来着？还有那个注册问题，你就问周日贤吧。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差不多，这个主要这个直播不是很好说，就我的，但我的意思是你遇到这个问题是比较广泛的，除了广州跟深圳这个问题会比较少，因为他们那边。就是说办的多嘛，然后很多文件就非常详细，但其他地方大家都是糊里糊涂的，就我们这边跟你们那边也差不多。对，昨天那个重庆的小组还来问我们这个办公室的事情嘛，哪个小组？对，重庆的。
哦，哦，对，我听说你们关系很好，是不是？对，因为菠萝老哥是重庆人，就是家就在那边的嘛。反正早期那个我们跟成都还有在小组联络比较多。哎，福建除了你们还有其他的小组吗？有那个，他们有个叫闽南小组啊，然后最早福建就是人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就建了一个福建组，然后后面就是那个福州跟厦门开始多了，大家就分开了。现在是那个有一个厦门，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漳州，然后那个漳州主人不是很多，所以他们经常就跑到那个厦门那边去。对，哦，OK，我知道了。然后我接下来可能跟你们讨论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是你们讨论的这个新范式游戏到底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准备就问一下你们，怎么说？就是我为什么忽然想起来做游戏了？你们大概也知道吧？就是因为那个我自己用那个 Stable Diffusion 嘛，我发现这个出美术资源真的非常省事。它一个是说解决你重复劳动嘛。另外一个是，它可以等于你可以参考好几个，你可以整好几个美术风格。就你过去，比如说你觉得几个设计师，一美术风格就是很单一，其实。那你现在其实，你可以画，你随时可以画风突变。比如说，我昨儿写那个 tag，你们也看了，对不对？就是你们之前不是有个类似的构思吗？然后昨天那个他们在那个群里面讨论，我们那苦工组啊，我们都不是那个就专业的，就都是估计都是小朋友什么的，就玩，可能稍微玩过几个游戏。然后他们说。我那个不是那个主角有个是类似什么精神卫生纸之类的吗？然后他们说你精神卫生纸低的时候，你看所有东西都是那个，就比如说《吉的 disco》那个美术风格的，或者什么什么克苏鲁之类的。然后等你那个，比如说精神卫生纸高的时候，或者是你被这个被什么资本主义 PUA 之后，你看所有人都是那个萌萌哒二次元那个风格的。对，我的意思，这个东西其实是你用 SD 就很容易就能实现吧？你过去你得找好多美工。然后还得 brief 他们，还得让他们重复劳动什么的。对，但是就是那个 Stable Diffusion，它只适合就是说做，你如果做游戏的话，它可能可以帮助你产生那个产生 2D 游戏的那个平台，这游戏可能就也限定在那个 2D 游戏这个范畴。但好多得奖游戏，除了三 A 大作，都是 2D 的。对，就是他就没错。做什么样的就这个。这个类型的，对，因为我觉得是 3D，它虽然就是比如说，因为 3D 就是我觉得很资，也不知道很资本主义吧。这个问题我也是想跟你们讨论啊，请教，我也没有什么特别那个想法。因为我之前2、3年前，我那时候就自学格斗嘛，然后为了学格斗还学一下 Python，我觉得也蛮简单的。然后我当时也在搞游戏嘛，我当时为什么做 2D，也是说就是说 3D 它，而且很多 3D 游戏，你们现在不是在用那个什么 Unity 3D 做吗？然后他们好多人，他们就说他们现在都是用 Unity 3D 做 2D 游戏，就是他得把它直接那个，对，他说你这样转，你细节就比较多，你省得画了嘛。但是为什么要做 2D？他就说，他说因为 3D 游戏都很类似，他说你 3D 虽然说感觉上好像就是很大作，但是他说事实上做起来限制反而比 2D 要多，就美术风格什么各方面。对，而且。主要一说 3D，大家都就是说主流意识形态都会去看那种所谓 3A 游戏，就感觉就现在比较那啥。而且 3D 工作量比较大是吧？就真比较费人工。看做什么风格。对，看做什么风格，比如就是那个这个菠萝老哥，他以前是那个基础美术嘛，他个人的立项就是做 3D 又特别差，对他来说 3D 游戏又比较好，2D 也还行。我们反正就是3D 都能做的，对，3D 它需要就是说一套就是那种技能体系吧，比如你得会那种建模，然后得会一些就是那个渲染，它就是说那种可能门槛比较高。然后那个，我当时就可能虽然是做二，而且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像素风，我就觉得用像素风做好了。反正我的意思是，SD 对我来说，一个是它够用了。你看，比如说，而且现在社区创作也成为可能了嘛。昨儿我美术组搞了，不就苦力组，整了现在全体四五十个人，现在让他们出图就好了呀。就是你过去你这个必须得折磨美工，现在不用折磨美工了，就是他们这些苦力组。你给他一个大概的要求，让他去搞就好了，因为他也是在折磨 AI，AI 出图效率更高了，也赶紧给你出个十几二十张，慢慢挑就是了。
但说他会是你那个控制这个四连波的时候出现的一个问题啊，那你游戏的类型会比较相关。你们现在开始试了吗？你就开始试了，你们先就是那个让他们试试出一个效果图看一下，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那个我已经美术组还是有一些就是负责的啦，我给你看我自己出的。我那天就在试那个叫做什么那个极乐 Disco Elysium 的那个叫什么 Hyper Network 叫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它不是分几类嘛，什么 Laura Hyper Network 或者什么什么 Checkpoint 之类的。对。然后我就我出了几张，然后对它那个 Hyper Network 是比较好，它还可以跟那个 Checkpoint 就是在。就是他下一个判断有什么管那种什么叫什么构图之类的嘛，然后他这个是管那个滤镜的，然后其实我研究了一下，我发现就是人其实是比较笨，就是他其实比较聪明。对，真的很快，研究很困难。对啊，可能也是说你给他个草图，他就可以那个。对，他就可以直接把那个动作什么全都搞出来，对，反正就美术专业很省事。主要再试一下有什么样，就是说合适的工作流程。那我给你们看，我发到，对，我转发到群里面吧。这个是，我看你们能不能认得出来。好，我看一下。你有那个味道吗？对，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 Discussion 的那个图，就事实上你其实可以给他指令，然后他真的很强。你们看这个天鹅这个，因为这个天鹅这个图它是，就是说我当时是准备做，我想做个什么图吧，就是说苏格拉底说什么天鹅为什么歌唱，是因为它歌颂死亡，什么喜悦可以牺牲之类的嘛。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什么感觉天鹅？然后我就首先我要 open wings， 就是翅膀是张开的，然后其次画面我要就是 bright， 然后。脖子我要长什么的，我就写这些字，他真的就可以做出来。我就想说，也太厉害了吧！对，我们挺早就开始用这个东西，我们用了估计有半年或者一年了，已经放在游戏制作的就是一个生产过程了。不过我们一般主要是拿来做概念设计，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游戏就是可能杀机比较多了，主要放在那个前期的就是那个设计的这个过程。对，反正就是这个就是一个风格，但我不一定用这个风格啊，我只是跟你们说，就是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因为我这个是叫什么，就是省事儿嘛，因为那个 SD 什么不一定有我想要那个 checkpoint 嘛，或者是那个美术风格嘛，然后但是事实上他们那些比如说大厂他们也可以用，只不过他们会找几个就是说那个主美，然后他们为用模型为一个风格出来，然后再批量去出那个东西嘛。但是总之他也可以省外包了，因为他过去得是外包人去搞嘛。对，现在就是说你只要你的那种审美 OK， 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不需要那么多了。对，而且他们说也有现在可以画像素的，像素 AI 工具也有的，但我还没有研究。对，可以画像素的。对啊，所以就是而且我的意思就这样，比如说我就好意思白嫖了，没想到我过去做个游戏。你说我找美工，你说我给不给人家钱？你不可能不给人家钱，对不对？人家花那么人力，现在就可以理直气壮白嫖了，让别人去做图就是。对，我们以前不是那个小独立游戏重庆团队嘛，然后整整些年那个老缺个那个艺术指导，然后都是让这个菠萝老师去能弄画。他画了几年，他已经就是能画到就是那种专业概念设计的那个水平了。然后现在配合这个 AI 工具，基本上就是我们就不缺那个人了，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做，真的很方便。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忽然想起来可以做游戏？一个是这个美术居然搞定了，就可以理直气壮白嫖。然后再一个是那个就是文本，因为我想做文字游戏，文本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嘛。然后现在你可以用 ChatGPT 做文本了，就是也很省事，其实。然后，那你这个，你说我昨天在问他们这个专业问题，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说那个可以把那个 API 接到这游戏里面，比如说我实时的，我今儿就随便跟个 NPC， 比如在家里跟我妈聊天好了，就你可以跟他瞎闲聊嘛。你过去你是那个游戏，特别是单机，它是文本包嘛，就是它
未来问去就那些嘛，那你现在可以问很多东西啊。你如果接那个 API 的话，对，比如说就是你说什么把 ChatGPT 的 API 集成进来。对，就是你这样跟 NPC 对话，你就等于就跟 ChatGPT， 你就给他一个设定嘛，你是一个什么人的妈妈，别人跟你说话，你会跟他回什么的，类似这种。现在 B 站有一些人就在搞这个东西了，就是我前几天都有看到。那这个你们会，这个你们会搞吗？这个因为 ChatGPT 它是那个商业的东西，这个其实要我们要会搞肯定是会搞，但是更多的是它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其实更多的是要去调查一下，还有花钱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他们说一次对话成本1.4分人民币，就调用一次 API 就是1分钱，对，那十次是多少钱？你要联网，你不能离线，对，就不能单机，但是你可以，而且还蛮挺慢的，但是你可以用这个生成那个文本包吗？然后你也省事了，你过去几个 G 还自个儿写。对，所以更多的还是在就是说开发过程当中去使用的可能性比较高一点。我们以前在那个做游戏的时候，一般也会用就是这种生成技术啊，但是我们那个一般会放在这个中间环节，因为你中间环节里面就是可以控制的，比如你拿 ChatGPT 你生成这个文本。它可能生成的不是完全符合你想要的样子，然后一般可以用的方法就是说你生成以后你觉得它文案大体符合，然后你得稍微改一改，对，你如果完全靠它生成的话，它可能就是控制。好，然后就是这个东西跟我下一个问题是相关的，我开始问下一个问题了。现在那个就是 indie game， 因为我之前做的时候我还关注过几个做 indie game 的那个就是小团队，然后他们就基本上游戏名我都没听过，反正就很小很小的，然后你也没什么名，但是他的 B 站可能有个号，比如说他会内测什么放一放，然后运营搞一搞，他们只要能上 Steam 好像都赚钱了，我也没见谁亏钱，就只是赚就赚的少嘛，就是因为比如说他有的开发这个游戏用了一两年是要的，你只要就说你不想太糊弄啊，你那个比如说你想有什么创新玩法，或者是你那个美工资源有点特色，基本都要一两年要的。是的，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团队的外围说白了就是这个一群独立游戏开发者，就国内基本上做独立游戏的，我们这个圈子可能都认识。对。那现状是我属于我水准吗？就只要能上，其实是能赚到钱，只不过是看你花多少时间吗？对，也有其实它跟你那个站的那个流量是一个性质的，就是属于。如果你那个宣发没做好的话，就是你有可能丢到这个 Steam 上平台上，然后完全没人知道你做的这个游戏，是有这种状况的。我认识很多开发者，开发有些认识有一对那个台湾的那个开发者，他就是那个上 Steam 大概放了一个月，然后才卖了十几货。是不是因为他那个游戏太同质化了，就是说跟别的游戏太类似了，玩法或者什么概念设计美工之类的？他其实我觉得跟那个景观资本主义有点关系啊，是说这个时代就是说他讲究流量，然后你那种宣发没做好的话，你丢到 Steam 上他有可能就是就像你在 B 站发视频嘛，你那个你有可能丢上去他给你推两次不成你就没掉了。有人说都是压榨自己的钱，大多数团队不如打工。他说的是比较符合行业情况的吗？还是我说的那个，就是说大部分是还能挣钱？现在没那么容易挣钱了，因为就是独立游戏这个概念目前已经被那个资本垄断了，它本身已经变成一个商业概念了，然后很多就是那个渠道的资源就是都被那个一些平台商给垄断掉了。现在那个国内大部分以前早先的那个独立游戏团队，它都已经被这些大公司换掉了。说白了，就我投资你嘛，然后我把握你这个宣发，还有里面的那个资源。对，其实就一点都不独立了。就是跟那个互联网公司是一样的嘛，就是你创业第一天，你得想好你是卖给阿里还是卖给什么腾讯，因为你不卖给他，他就会抄你，就你也没有办法，就是你也只能卖给他。对，然后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独立游戏团队没那个启动资金啊，他们都比较穷，然后这导致他们在那个前期的时候，就是如果意识形态没搞清楚的话，他会要那个资本的投资。
然后他要了以后就被一个资本给控制了，就是说这是目前独立游戏团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状况。嗯，对，我们现在那个哎，什么配？嗯，没事，我们继续。嗯，我们现在就是说那个其实有给那个一些社区的独立游戏团队做那个咨询嘛，然后他们其实就有这种困境。好吧，对，那哎，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要做独立游戏好了，其实不就是刚才我说那些，你有个什么玩法，然后你整点文本，整点美术资源，用 RPG Maker 做一做不就完事了吗？ RPG Maker 那个程序也不难写，就或者是你就用那种别人写过的那种就是说东西嘛，你也不用创新什么的。嗯，对，是你丢到 Steam 上，你面对有就是我再拆另外一个话题啊。那个，现在是还是主的还是 Steam 不是 Epic 是吗？嗯，对，其实一般现在都做那个跨平台的，就是说你 Steam 也上，你做的好的话，那个游戏机也会上，比如你会上那个索尼或者任天堂的那个平台嘛。哦，哎，你们听没听过一个叫什么？我就随便说啊，就 Crying Sun， 就是他说什么，就是说，哎，你有的手机端也会有，或者是米角模拟器一样，就他也有手机端，然后也有PC 端，然后也有什么什么你们说游戏机端什么的。嗯，对对对，他会那个多平台发售的。现在很多独立游戏开发者实际上就是说他都会 Steam 先上，因为 Steam 那个条件比较方便，你基本上你一年交那个$99的那个一个会员就行了。然后 Steam 卖的好的话，他们会就是属于上那个任天堂的平台。一般这种小独立游戏如果做得好的话，他上任天堂会比较卖得动。啊，那个现在还是上 Steam 不是上 Epic 是吗？也会上，也会上，一般就大家反正那个多平台都会上嘛。然后现在 Steam 跟 Epic 也没有什么独家的东西是吧？就比如说你只能上什么 Steam 或只能上 Epic 之类的。你如果签了就是那个 Epic 的协议的话，就会他要求你独家。是有独占协议这种东西，但不是所有的都能签，也或者说会去签。那我现在就请问，就比如说，以我说的这个条件，比如说你用什么 RPG Maker， 或者是你用什么，像比如说用 Unity 什么的，就简单就程式的，然后你用这个 AI 画一画，然后你自己设计一个类似的，就文字游戏，文字游戏成本就也不叫成本了，就是说你各方面吧，就是最省事嘛，因为 RPG 你也没有什么不用再设计玩法。也不用再重新写程序，这种，然后你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上班族，你白天要上班送外卖什么什么端盘子，然后你每天花两个小时搞一个这个游戏搞出来，你觉得这个能赚钱吗？看他就是这个，其实是有空间的，然后但是他对就是这个技能就有一个要求，然后我们其实之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啊，我早先本来跟这个部落有一句话，就是说像就是。普罗大众就开发专门的那个游戏工具，让他就是可以更好运用一点。实际上就是说你 RPG Maker 开发的就是游戏，它可能就是说那个在普遍在美学上就是会差一点，会导致就是说你放到这个这种资本市场里面没有竞争力，你会卖不动。除非就是你这游戏在那个其他地方就是很独特，它的叙事啊，或者就是说。对，就是属于就是卖相上面基本上是比较困难的，而就是说要透过这个卖相然后来吸引到玩家的话，其实就我们现在知道的例子都是比较特殊的。对，嗯，好的。而且开发时间比较长，如果就是一个人开发的话，你比如日本的一些那个这种上班的就是那种。一些开发者他有的那种自学编程自学用工具啊，然后他们就是说一个游戏开发十年也有就是那个卖的挺好的，但是就是属于周期太长了，就他其实不指望这块收益，然后就自己搞着玩，但是就是你说十年开发一个就是这种闲情逸致的一个游戏，就是属于你从收益的角度来说周期有点太长了，但是你不花那么多时间，你没有独特性的话，现在就是属于游戏市场里面的游戏实在太多了。比如你自己 Steam 上面开
各个品类的游戏其实很多的，然后你怎么就是这个在里面获取就是这样一个但是现在 Steam 的游戏不是你这个 PPT 里叫什么景观游戏吗？嗯，对对对对，就是我并没有觉得多啊，我觉得很匮乏，我每天都不知道玩什么，我好久都不玩游戏了。我上一个玩了很多的游戏还是那个暗黑地牢，然后我就很久都不玩游戏了，就觉得就都差不多，没什么意思。或者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比如说你花十年搞出那种玩法很独特的游戏，嗯，但是也没什么玩很多，现在大部分你火的要么就是什么，就是现在我觉得还类型挺固定的其实。就比如有些游戏不是 indie 能做的，比如说一些什么射击什么动作的，但是他就一般做就是什么肉鸽什么策略文字解谜、嗯、RPG 也就这些嘛，也没有什么新玩法什么出来啊。对对，它其实是一个就是那个商业或者说艺术僵死的一个问题啊，大家都是一个在那个重复的，就是那个重复的模式不停的就是那个创造，但是创造的就是都是一个就是属于旧瓶装新酒，像我们这些那个老玩家的话，其实就是觉得没什么好。而且暗黑地牢在我看来就属于次世代游戏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因为我一开始是玩盗版的，我是坚决不买，很少买正版游戏玩的，就最后我就算你狠、嗯、不得不得让我买了个正版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我要装 mod， 就是这个很重要，所以就是，就在我看次世代游戏，就是它肯定是得有社区创作的，从就是这个那个一，它是很重要的东西，因为那个暗黑的本体其实就是很有限，它玩法其实也很单调，你是加那个 mod 就有各种各样的新英雄，各种各样好玩的，其实那种很蠢的，有一种很逗的，然后还有各种各样就优化的，我是觉得这个比较重要。所以现在如果比如说其他游戏没有这种就是可以加 mod 的，我就不爱玩。我就觉得很无聊。对对，嗯，菠萝就是啊，他好像现在玩的比较多，就玩那个《我的世界》吧。嗯，还有 KSP， 最近初二的 Alexis 玩了一下。他就玩那个玩 mod 的。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现在其实你设计游戏就是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它的那个社区的开放性的问题。就是你搞一个纯封闭的大作，真的也没什么意思，因为就是说。你已经穷尽了那个所有封闭体系的那种玩法了，基本上。而且我们说的是这个就是玩法对吧，就其实还是游戏的形式跟内容了，我们说的玩法就是所谓的游戏的形式嘛，然后游戏内容就不说，全是大便，就是你看那些故事全是大便，我真一个看下去就蠢要死的。嗯，而且就是被意识形态污染的非常厉害。嗯，对，就全是政治正确那种东西，真可怕。对，我跟你说，我们其实是经历了这个整个就是这个独立游戏运营的这个过程的。我们当初从公司出来，就是因为那个全球有一个那个独立游戏运动的浪潮，然后大家都觉得有一个那个反商业的那种可能性，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是说，我做这些商业的东西，我实在就受不了了，然后我就出来了。但是我发现就是这条路你走下去，我其实那个很多当初一起出来认识的就是游戏开发者，他现在就是都是重新要不就拿投资了，然后还有赚了点小钱的，他就是属于就安稳化了，就比较过比较安逸的生活，就是反正就是无论如何。但是我是觉得游戏内容大变啊，因为我先说两方面，就是第一个游戏形式。游戏形式其实这个东西我感觉是跟我们做视频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做视频追求就是一个粗糙，就是我就觉得你整那么多怎么剪那么多素材，说那么多就是屁什么屁话没有用，你就随便录录屏，你有什么内容大家也看得下去啊，真的不需要你搞什么就很精致的东西。那个魏明子的破视频比我还粗糙，我后来还配个字幕什么，他字幕都不配，他就说你不用搞那些东西，他说你他说视频这个形式并不重要了，也不是不重要，他就说他的意思就是其实你要反形式啊，所以我这个游戏也是一样，就我准备搞这个，我就说就是从简，就是能简单就简单，不要搞的就是特别复杂，因为我你们现在能理解我的思路，就我也怕一个复杂它又会变成那种景观什么的，就开始搞那些什么什么啊什么核心玩法什么这那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我是认可你这个思路的，就是实际上你没那么多人也搞不了那个东西。对，而且
而且就比如说我们说微明子这个视频形式确实是有这个有它的作用的，很多人现在出视频也就这么发就发了呀。你在 B 站没有微明子之前，没有人会出这种视频的。微明子不是这种视频，在 B 站视频不都是那种什么什么，就长得就是你们说的，你们看的游戏那些东西，就是逢点什么什么资本主义什么审美符号，然后对，就是暴政精美的大便，就是整点那个什么符号堆堆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是整个门槛降低了，现在大家都也不用管那个什么，就是随便拿个什么手写板录录屏就能发呀。嗯，对，这个思路是 OK 的。嗯，而且那个叫什么，就是Indie Game 有个标杆是什么 Fly to the Moon， 你知道吗？有个什么什么啊，就是 RPG Maker 对，当年对对对，就一直吹这个游戏，然后就说很感人很好，而且是什么小成本独立制作的游戏。然后我所以玩，我玩了我真的玩不下去，那个剧情就是太温馨了，我不喜欢那种温馨的。但是我第一次 对，就是说它是个好游戏，但是它也没什么门槛的，那个真的是四个人就能搞。对。啊，它也不需要什么信息，所以我觉得就是事实上可以，就是你。我现在跟你们说的，我就是说把你们这个东西可以放到实践里面去，因为我们不是那个网站马上要上线了吗？嗯，我们那个网站有那个，就除了我们本体那个公益活动的，然后还有那个劳动法咨询的嘛，然后还有那个就拉黑字幕组搬运的，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就是新模子人，就教大家做视频的。我觉得可以把你们这个放进去，就教大家做游戏，但一样也是把这个门槛搞低，就我就是说形式方面啊。然后内容方面，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内容方面就是那个大便，为什么大便？就是因为这个游戏从业人员，我之前学游戏的时候，我还进过那个就做游戏的那些群，啊，那些小朋友真的都非常的二次元，就是你说游戏内容为什么大便？因为做游戏都是这些人啊，他游戏内容就怎么可能不大便？就是我不知道哎，因为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游戏从业人员到底是，比如说那个，就是受教育程度跟这个什么家庭收入情况什么样，但是感觉好像都是还就 B 站跟 B 站会比较重叠，就城市什么小部这种感觉的。但是理论上不是穷人学游戏的也挺多的吗？嗯，小部多，很多就是那个我们以前在上海的嘛，然后那边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个为什么现在那个亚文化就是这个二次元这么盛行啊，就是这些以前的小布现在的布尔乔亚他炮制的一种就是艺术形态，就是说他都是从那个日本那边就是传过来的一套就是偶像崇拜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些年就发展起来了，他影响就特别大。好吧，所以我的意思是他内容大变，其实他人就是这样的，所以他生产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不大变呢？你要真让一个那个，比如说像我说现在像我，你可以比如说一个那个真的端盘子的直播间拧螺丝的，你把这个做游戏交给他，他做这游戏估计也不会那么大变吧？啊，但也不一定啊，得看，就是你得架空，然后你还不一定能在那个国内那个就是可能会被锁区什么的。我的意思是，你想不那么大变的话。但是我觉得，但是就是说，因为这个从业人员的这个阶级状况，导致他这个内容就比较同质化的严重。啊，还有就是，你们说的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到最后还是得资本化，就最后还是变成景观或者为了赚钱什么的，变成那种东西。对，是，而且就是说，你能产生经济收益以后，那个就会有平台资本来找你啊。我们这其实是我们早前的那个阶段比较困扰的问题啊。我们自己是一直就是维持，就是不跟就是这些资本就是去同流合污，但是我们身边的人就一个个就是属于都。他因为他那个经济基础不是太好，他要的就是那个投资。然后要了以后，他就被整体化到这个系统里面去了。然后他又变就是那个现在的那个商业系统了。他们原来的那种创造力在就是被那个商业化以后，他就丢失掉。对，好吧，但是你说，我就说反正鼓励大家做游戏这个东西想法好，但事实上很难，因为我们不是有那个新魔之刃帮大家做视频吗？
啊，那个其实也比较难。不过大家做视频那个就是说你想做视频，然后我们那个也是什么人都有嘛，就里面有配音的，有什么剪辑的，然后有什么那个什么找素材的，但事实上还是缺写文案的了，因为写的好的文案的比较少，感觉。嗯，我之前不是看到有一个叫厦门的小妹，她就是搞的那个那种音乐 MV， 好像还那个女孩是吧？那个好是好，但是她也就是也没什么流量呀。就他是创作了，但是他也没有因此从中获益，不能让他持续的创作嘛，也不能这个成为他某种收益或者是某种技能培养某种生活方式都不行。而且他这有一个问题是这个 B 站的那个顶呱流量成本比例的一个问题啊，是说你比如你在 B 站要获益的话，那个劳动者没有那么多时间持续更新啊，你现在 B 站你要那个持续产生流量，你要每天更新，而且更新到一定程度。他们没那么多时间的。嗯，怎么说呢？这个问题还蛮复杂的，这是两个问题。就一个是，比如说应该一个什么样的平台？第二个是在这个现有的这个条件下还能怎么做，对吧？嗯，就是说，嗯，就是在 B 站你不生点大便，你是，但是大便能赚到钱，就是为什么大便会多？比如说我前天不是聊了一个什么什么女性话题吗？嗯，就随便起几个标题，那个视频就能挣200块钱。我的意思是，事实上你想在这个平台能赚到钱，你也是可以的，你就整点大便，然后整点那个什么，你可以就是属于生产就是大便味的巧克力啊，就是我说那个不是那个德国在警官社会里面说你可以用那个地取的这个说法吗？他反正表面就是个大便嘛，他们想吃，但是你里面的内核不是大便，对不对？吃下去感觉会不对，不太对头。嗯，但是事实上，反正怎么说，我反正说就赚到钱嘛。比如说你以这个方法一个月赚个几千块钱，你也就是说，在刚才有弹幕说的很好，他说这个我刚才说跟你们讨论那个做游戏的模式，他们说事实上是可行的，但是没有8小时的工作，就这个是大问题。事实上，现在所有的工作都不可能让你8小时下班，除非是你是什么公务员，但问题公务员不用做游戏。不过还有一个方式是说，你可能不能让他们那个单打独斗，这得是一个那个团体合作。我了解，但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但是你团体合作也不一定能生产出什么好内容了。像我说那个信魔镜，我们都他们天天在群里面水群，也没见谁生产出什么好东西出来。嗯，对。当然，就是我是说那个。你刚才说是劳动者，如果就是说在其他的时间可以做一下这样的一个东西嘛，那他就花出自己的生命啊。因为现在的那个当下的这种景观社会下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所有的声音都被就是小破小雅的一个话语给占据了，劳动者其实花不出他的生命的。对，所以这个事实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让劳动者自己做游戏能成功，那等于是我们还得自己内部买，得内部支持它。我们先支持它生产，然后我们还得买，这才能循环起来。嗯，但是它有一个问题是说那个门槛，但是随着这种技术的进步，肯定门槛会变得越来越低。有一个实质的问题啊，比如我们这边的那个门槛，它就是属于。他如果在外面就是属于那个装盘子啊，就是或者在工地里面打工，他每天就是工作11个小时，他回来就想那个就倒下去就睡了，他没有那个精力去做这个事情。对啊，这个是大问题啊。还有在厂里面的，那我直播间好多就是那种，我直播间不多，我直播间不多，能反正能看直播的可能通常比较闲。但是那个，就从总量来看是有的，而且比我想的要多。就是我们的观众总体来看是有的，只不过我直播间不多。嗯，有个说法就是说，可能我们这些那个志愿者或者职业的行动者，可能帮他中介一下，起个头，可能会有一些作用。嗯，比如。我跟菠萝原来考虑过，我们当初因为就是要做综艺，然后把原来那个计划给稍微选置了吧。我们当初有一个事情是说，我们要那个魔改那个 Godot 这个引擎，然后开发出一个就是极度好用的那个就是那个游戏工具，然后可以给就是那个劳动者去用。
他可以很快很方便的就是去把他的这种想法给展现出来，就像你现在要借助就是 AI 技术去提高这个效率一样。嗯，对，而且并且就是说，在现行的商业逻辑下，他们用这个能力，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没什么用处。嗯，但是，那我先说理想情况，理想情况当然是这样，就比如说你们降低了门槛，然后我自己也做了做，然后我发现就是说，某种意义上你能，反正说那个好，不光好赖吧，你能整出个东西来，然后你也不用花多少成本，反正就一天几个小时，然后你还可以社区创作，对不对？就像我，我跟直播间一群人，反正就是大家都志愿者，可以帮你出图什么的，就搞成这种互助模式嘛。然后你这个游戏，啊，这个做出来之后，它有社区创作的空间嘛，就你得留一部分，大家来社区创作补充什么的。然后你买也在向这个社区让他们来买，就是你整个就可以循环起来。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有点太少了，你可能还是得上 Steam。会上 Steam， 我说的买就是说我们是就是说第一批用户嘛，不都说第一批用户最难吗？因为你有第一批用户，你再去帮他宣发嘛、传播嘛，对吧？我因为大部分游戏其实就是第一批用户难嘛，其实任何产品都是，比如说你这个游戏做出来一开始，比如说50个100人买了，他们买了之后帮你去就是写赞、写评测，再帮你去转发啊，再帮你去那个。对，忽悠忽悠做做视频什么的，他基本上就是基本上你就能赚点钱嘛。对对对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帮当第一批用户了，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就在于他们不一定能生，就即便是这个模式也不一定能生产出来什么好的东西，就这个是问题。嗯，对对对对，因为所以我要做这个事就得适应的，比如有什么劳动者他愿意就是做就是这个事情，然后大家一起吃个螃蟹。而且这个其实就是张姐刚才说的，这是个创作者能力的问题。但是游戏跟视频还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得仔细品一下，比如说视频的问题在于什么。就也很多人，就是当时我们做视频有好多人给供稿嘛，其实不少的，但就都是大便，我真的没办法给他们过。但是视频的问题在于就是因为视频内容已经过剩了，然后而且视频就往左往这个东西本来就比较难，就比如说你想搞什么批判，哎，你一看这个就不行，你这个就是就不成，但是游戏好像不一定。对，当然说你在我们的这个体系里面，一般就是说我们把那个视频跟游戏都当做一个那种组装啊，就像你那个你游戏可以被直播嘛，然后游戏的其实生产过程也是可以作为一个组装的，然后它你生产这个游戏作为一个组装，它也能产生流量。你说，比如说，真的是那个长狗做游戏，是不是？长狗在什么互助的社区创作帮助下做出一个游戏出来，就类似这种，然后这种卖了多少份什么的。对对，它本身也可以成为一个主观。然后你游戏其实那个宣发，它也是依赖就是说一个那种主观流量的，比如说它有一个宣发流程嘛，比如现在很多游戏新的一些游戏，它有的时候很靠我们这些主播就是去给宣发，然后这个过程也是很重要的。我有一些认识的那个独立游戏开发的一些朋友，他就不懂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就是说那个就埋头做游戏，游戏做出来，然后那个 Steam 又 EDO 直接爆。对。可以啊，那有没有你们那边有没有长狗愿意做游戏的？然后我们可以辅助他做一个，我这边可以提供出图的志愿者工具人，我这边有好几十号人。那个 GPT 就文本工具人，我这边就是有文本工具人跟那个画图工具人，然后你们那边提供一下那个程序的，还有其他的玩法什么的支持。然后宣发我们这里现成，对不对？只要他是个无产阶级，我们就可以帮他那个，就最好他只要整出个东西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帮他那个对卖一卖。它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这个库尔乔亚的那个文化霸权啊。游戏，电影作为就是说它作为就是大众文化，它本身都有一个就是那种符合库尔乔亚的一个审美。当你生产出来的这个主观不大就是符合，所以说它会涉及你得投库尔乔亚所好，还是就是不投。
那不需要投，事实上不需要的，因为也看腻了。比如我天天玩，我都玩腻了，布尔乔也玩腻了。我觉得是 OK 的，这里面也是有就是那个文化的那种因素。而且不是你没想明白这个问题，这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恰恰是以反景观的方式成为一种景观，你知道吗？小布不会批这个游戏的，你这个游戏，比如说你想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长狗作品游戏，肯定比如说能力有限或出作品经验会搞得很粗糙，对不对？但是它就会成为景观，然后一堆小布就过来买。嗯，对。他就会觉得什么支持每一种热爱，支持每一个梦想什么的，就会变成这样子。嗯嗯，因为现在的景观都是以这种反景观的方式，以这种什么批判、什么反思的东西出来的了。对，所以我觉得恰恰要避免的是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就避免，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就以一种什么人道主义关怀式的方法，然后那个就是帮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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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做出来的游戏。所以我的意思是一定要做得好，就恰恰是不能把这个搞成这种就是做得烂。嗯，对对对，我其实那个你出一个问题啊，你这个想法我们做过，而且就是说我们现在那个在搬了一个团队的开发者，他原来就是那个无产，然后你往下做会看到就是那个被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问题啊，是说它里面会涉及分配问题的。你比如这个景观相当成功，这个无产过的成功是相当成功，它产生了就是说因为游戏这种虚拟的一个东西，它那个你做得好的话，它那个经济作用很大的。比如这时候你这个无产过的这个东西它产生了100万的收益，然后你怎么立刻面临一个怎么分配的一个问题。它这个无产如果具有就是投机性的话，它立刻就是会小众化。嗯，对，我们之前就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建议是，比如说你现在在辅导前，你得先要求他加小组，加公益小组，然后他那个创作过程是社区创作嘛，就比如小组其他人要参与，因为像我小组现在没有门槛，都可以参与，对不对？就出图这个谁不会出呢？扒文本谁不会扒呢？宣发做几个视频，现在就不会就学，因为这个说实话门槛已经够低了，这个再学不会，这个真的没什么那个。没什么，对，没什么借口了。你说过去比如有门槛，你要会什么软件，现在啥都不需要呀。现在这门槛够低了。然后你这样子，你最后帮他做一下游戏，你们就组间分配。比如说你要你们小组拿20%，然后他们自己留20%什么之类的。就是说，我们不能管到所有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视频做这个视频为名字，我们搞到现在小组全国多少个？全国也就30多个吧，30多个一个组5个人多少人才？一共就100多号人。就是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人，所以说先可着这个行动的来，其他的就是再说。因为这个我们先讨论半天，其实就是给行动者一个补充嘛。就魏明子那天说了半天，什么你可以搞什么食品，什么什么通讯，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就多加一个游戏进来嘛，就这样。他不是比较反对就是那个叫文化活动嘛，特别是纯文化活动，游戏就容易落入就是纯文化活动这个范畴。嗯，确实是容易落入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做我该怎么说呢？这个问题我跟你说，就是你们面临这个问题，比如说你景观游戏类的，这个其实是艺术界以及这个左翼理论面临的一个老问题了。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左翼艺术。然后后来就有一个非常辩证法的标准，就只要你是个左翼艺术家，你搞的就是左翼，就跟摇滚是一样的嘛。你只要是个摇滚乐队，你就去写个儿歌也是摇滚。你要是个善良的写太摇滚也没有用，就到最后也会变成这个问题。所以说，就比如说我们什么是纯文化运动，只要我们是个体力劳动者，我们白天在上着班，我们搞出作品就不是纯文化作品，就完事儿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即便是我们生产出来这个景观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事实它就是形式是最能确保它的这个本真性，你就不要管它内容了。嗯，对，其实我们考虑过这个问题的，而且我们现在这边那个有对应的条件。但是就是说这个无产的老哥他就是属于他自己也得想一想这个问题啊。我不知道你们苏州那边有没有这方面的就是条件的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无产的老弟，他而且他做日结的，然后他实际上还有就是那个美术技能，画画还画的也蛮有想法的，而且还能写文章。他在哪里？
在福州那边的。哦，你们小组的是吧？是在我们小组的，他现在每周都有过来，而且就是很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嗯，可以啊，那你就那你们就叫他做游戏好了呀。我这边有志愿者可以给他出图、出文本，然后我们还可以。但我这边志愿者全是赎罪的了，全是天天在家啃好赎罪。然后那个他做出来，他可以帮宣发什么的。因为照你说的，如果对他既能写又能画，那肯定是做个游戏出来不成问题啊。如果他比如说内容上有什么疑问，还可以问我们嘛。你可以知道玩法的，如果他的内容，比如说想搞写个什么样的故事，遇到什么问题，我也可以指点他。嗯，对，但是说他也有这个意愿，我把这个投给其，是属于像这些那个吴三老弟，他就是属于，他本身还纠结那个高中生这个问题，可能就是那个脑袋上很难，就是说完全投入到这个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对。需要投入什么创作过程吗？我是准备每天直播的时候干两小时，然后闲着也是闲着。对，他现在就是那个，比如我们这边的吴三老弟，他那个闲的时候就看你们视频，看你们直播。啊，那倒是要看的，我又不用看，妹妹子的还是要看的，妹妹子又到那个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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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理论学习还是要看的，我也得看，我也不看也不行，思想会滑坡。但是也说不了，是花不了多少时间。那每天出个视频两倍速，吃个饭，十几分钟听完了，也是花不了多少时间。他那个加强剧场版，就是听听他前面就行了，后面就再不知道在说什么那种。量大能保剧场。对啊，也花不了多少时间，而且你可以一边做游戏一边听，也不用专程坐那听。嗯，对，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可以试一下。就刚刚主要看就是这个他们的那个意愿嘛，你们那边有没有人有这个意愿？我这边应该有，但是我得先做出来，就得先我先跟公益小组得有个成功案例才行。你没有成功案例，你就说了半天你自己都没搞出来，他们就会觉得那什么。嗯，我们自己先搞一个出来，然后就跟他们说，其实大家都可以搞，这个门槛挺低的。嗯，对，那这个就列几个头，我们这边也有这个条件，就是回头有机会可以多交流多一点。好的呀，所以现在回到今天的重点问题了，你们要教我用一下那个 RPG Maker。 哦 RPG Maker 你高中可都能用 RPG Maker， 就是那就太多了。高中我只会写一个，高中我只会写 platformer， 其他的不会写。还有一个方式啊，就是说你们那边那个苦力组就是说他们有程序员，也有美术啊，有都有的。哦，那就可以啊。那我说有个做法，就是你负责给一个企划，然后我们把你租借一下，然后让他们来做也可以。啊，你说 RPG Maker 就是程序，你帮我搞，我只要负责把那个文本什么什么到底要怎么搞，告诉你就行，是吧？对，你把就是这个东西的那个企划呢，反正你可以先做视频的。你把这个视频做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个直接，我帮你组织一下，让他们就是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不需要你动手，但是你想动手也可以。我还是动手吧，我动手以后再有教别人嘛，就而且门槛也没那么高了，还是要动手的。但是说可能要有一个起头，因为你每个游戏的就是那个形式是不大一样的，一般那个以前像我们这边就是说给我们那种。我们咨询的独立游戏团队，我们刚会给他那个起个头，哦，他大概知道这么做了，然后他们自己知道那个怎么去约。可以啊，那你先帮我起个头好了，你就告诉我起头要做哪些准备工作什么的。对，起头就是说，那个目前来说最重要的是说，你这游戏要做成什么样，你就先来做了吧。稍等。嗯。嗯，游戏就是。就是首先就是文字 RPG， 就是不用设计新玩法嘛，最省事嘛。嗯，文字 RPG 啊，是那种 Galgame 嘛，那种 Galgame。不是 Galgame， 就是类似密教模拟器或者是那个极乐迪斯科一样，差不多。要极乐迪斯科能在那个场地里面走吗？嗯，不用，这走不走都行，这个不重要，因为它那个走就很简陋的走呀。就是能走也很简单，走就是这个不是
怎么说呢，就这个不是说核心问题，就是能走不能走就无所谓，能走就走，不走就不走，不走就省事儿，走其实也不麻烦，就这样。因为场景就是我觉得场景有的是很简单的，然后也不用特别复杂的互动场景，它那里面也没有什么物品要互动吧，然后它有要什么丢东西啊，有什么物品拦之类的是吧。对，我们现在有空可以给你洗个头，然后我们都不说这个中间的过程怎么做的。而且我跟你说，我这边有小朋友，就是属于他们那个刚好能做这个事情，就是属于让他练练。那就不走，那就不走好了。因为走，我觉得还是门槛高。我们就现在就是以最低的，你看那个密教模拟器，没有任何门槛吧，也很好玩呀。密教模拟器你们玩过吧？我没玩过，菠萝玩过吗？我知道的。我知道是怎么样子，虽然我也没玩过。对，就根本就不需要人啊，也不需要走呀，就纯点界面就完事儿了呀，就纯点界面进度条就完事儿了，不需要走。他们说能不能走开发难度区别挺大，那就不走。如果就是要增加门槛，我们就不走。他说那个菠萝那个密教模拟器，那个它这个形式的就是那种，有什么技术难度吗？用 RPG 那个能搞定吗？应该可以。还说你越那个多的时候，有你会各方面。我说你从它这个形式来那个来的。我想想啊。他这个 RPG Maker， 但我没有比较新的版本，我没有了解。RPG Maker 其实主要是视觉表现上面做起来麻烦一点。从密教模拟器现在这个程度的话，我说老实话，我不确定。如果我来做的话，我肯定会用高大的走，我觉得用高大的会方便一点。对，但就说那个你得给张姐洗个头，看看就是说。他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啊？你稍等，哎，他们直播间他们说有小组在做了，谁呀？哪个小组在做呀？在做什么啊？在做什么？你说我说这个什么魔怔人这个游戏吗？重生之我是魔怔人这个游戏有人在做吗？这个游戏我没有跟你不大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游戏他们根本做不了，应该只有我能做吧。大家都可以做啊，这个没关系，百花齐放呗。是啊，百花齐放嘛，就是都是关于就是这个魔咒人的。对，我们不搞那个什么资本主义法权的这一套东西。没有，做好就算谁的。我今天。他说有点类似福州小组那边指导，我现在连麦这个就是福州小组的呀，你在说什么？对，他可能知道我们这边是那个是有游戏团队的吧。他说你们在做个类似的什么类，你们在做什么类似的？我们有一个那个，其实就前段时间那个脑洞的那个魔怔人企划，它跟你这边是一样的。对，我也觉得不一样。我先给你描述一下，我这个就是那个。反正就是说，类似你可以就是主界面，我连人都不要了。反正就主界面就是你的第一视角嘛，然后不同场景切换，场景反正就是你在家，在那个学校，在厂里面，然后在那个网上冲浪，然后冲浪可能就是手机或者电脑吧这样，然后就是这些主界面，然后主要就是跟人聊天，进行各种各样的对话，然后有大部分对话就是日常对话。就是非常无聊对话，然后就是追求逼真跟写实，就那种比如说你跟对你说你今儿天气好不好啊，什么你吃了吗，什么什么什么类似这种就很无聊的。但是呢有一个选项就是说魔怔话。对，就比如说你跟你父母对不对会说魔怔话，说你要什么什么，对你要那个什么什么。保卫无产阶级什么什么类似的，什么什么教员什么见，然后在网上会见证，然后你跟喜欢女孩动不动你就会说魔怔话，就类似这种。然后你根据你就是这个整个游戏下来，整个游戏进行下来，其实就是看你对话的内容的那个选项，然后魔怔话也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意识形态选项，就比如说你可能会讨论什么女性主义问打拳，或者你会搞什么什么白左，或者是你是个什么日子人，你会说什么什么什么稳定压倒一切，或者是你是个粉红什么的。就是他会跟你最后就是说，这是一个功能跟那个职业迪斯科很像，他不是也会根据你的选项最后给你归个类吗？
你比如说你是抱歉警探，你是什么什么什么末日警探，什么什么类似这种，这个也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最后根据你整个下来的这个对话选项会看出你是个什么意识形态，就给你达成什么结局嘛。就比如说你也可以说你就是你日子过得很好呀，然后你也很少说魔怔话，你就是一个那个就出生就是个长狗嘛，然后家里那个父母也没有养老保险，然后你这个散职就是在边缘，动不动就要受到创伤事件，比如说你丢工作啊，什么什么被老板开除啊，然后被什么那个去舔个那个舔个女生，然后结果被嘲笑，被发好人卡呀，或者什么什么扶老人被碰瓷儿之类的，就你动不动就会，最后就会到最后，然后你也许可能你会变成一个叫什么，就比如说什么稳定啊，我一定要好好赚钱打工，最后走上人生巅峰，就类似的，就是说根据你最后的走向对话，然后给你一个结局，嗯，就类似这种，对对，嗯。挺明晰的，我觉得可以。他要有那个提示题的基础里面那个类似一个就是属于你的那个数值系统嘛。你在提示题里面不是他会对对像。对，反正就是这个数值系统了。然后那个这里所有的那种，就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就你认同的某种意识形态嘛，其实就会把它归到那个主义的某个格里面了。比如说你是个理，对对对，你最后认同什么理工科知识分子，什么这个科学，什么那个理性，你要掌握什么什么，你要掌握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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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工具什么乱糟的。就如果你是走这条路，然后你读的书也是类似这种，然后之后就会把你变成那个，你就会变成一个叫什么，就是科学实在论什么类似的。啊，对对对，我昨天也发现，就是你这个设计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对，我就是说这个，你就是前面那个是那个就是。叫什么？反正主义的那些意识形态吧，一开头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某一些吧，然后就把就是根据你最后的那个对话，你触发的什么事件做的选择，就会把你归到某一类里面去。哦，他这个可能预期的是那个文字工作量会比较大。对对对对对对对，文字工作就是主要就是这个游戏是我自己写，那这个别人搞不来。嗯。对我看一下，我听一下，感觉这个我们可以给你起个头，但是就是说那个让我们来起头就是合适吗？可以啊，没问题啊。你们要收费吗？你要不收费，你们就起吧。不收费。我这个游戏，我今天问过名字，我就说我里面可能要用那个主义的那个 IP， 然后这个事情怎么搞？他就说你只要以那个我们那个公司为主体就可以了。嗯，对，他其实也是第一个话题，是说你怎么跟这个对话去那个把它落到那个主题的那个。不一定会直接引用，因为这个还毕竟考虑到一个就是说出圈的问题吧。你直接说它是什么，就是那个一般人可能一开始也没那么容易能理解嘛。就是说会把它搞成比较，对这个度要把握了，就是说大家比较能理解的。就是说它是什么科学实在论什么的，对对对，然后里面也会有一些比较严肃的哲学学习的内容，但是嗯，这个就很难搞，有点难搞。嗯，其实我发现你这个游戏的结构会面临一个问题啊，它是有一个倒货性的，就是说可能会有个问题是说那个玩这游戏的你预期玩家是谁？是那个小布吗？对，就什么人都有可能了。没有说针对只针对魔怔人。哦、我预期那个，我一感觉好像那个你买这个的话，可能小布玩家买的。然后他有一个倒错是说，你要去那个扮演一个就是长狗，然后但是他的那个这个主体的意识形态本身又是一个小布玩家意识形态，他就是属于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结果。嗯，那也不一定，那大多数不是还挺火的吗？大多数大家不天天玩吗？那人才市场大家什么进场谁进过啊？但大多数有一个问题，它这个里面有个话语权倒错了，相当于就是这个开发者本身是那个小货车呀，他占据了就是多大的话语权，然后来讲就是、那个。我能明白你的，你想说什么？这个我自己也没有想好，但这个只能慢慢去搞。就其实就是说你对于这个事情有没有一种批判性嘛，就比如说你对于什么实在论的，或者他什么日子人，你是比如说
你要让人明确表示你在游戏里这些东西有某种价值判断吗？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也要把握，但我现在的考虑是就暂时可能不会，就我只是给你分个类，你是个这个，对，你的达成的结局就是这个，因为里面我没有任何主观评价的东西嘛，你那个对话权都是你自己选的嘛，然后出发的时间也都是你，然后最后就说把你分类是这个，然后问题在于它有个类评价系统，其实就是那个世界之夜嘛，因为你比如说你始终玩这个游戏你散值是很高的，然后你为了避免这个创伤事件你享乐值就拉满了，比如说你经常会什么刷抖音啊，什么买名牌啊，或者赚的钱什么吃喝玩乐什么的，然后你始终散值在一定程度，然后你就永远不会触发世界，就你最后你可能通关了，你成为什么日子人什么人生什么，但你就始终不会触发这个世界之夜，但只有你能触发世界之夜才能进去跟哲学家对话，你才能进入到比如说二或三四思考一些关于生存的问题，关于什么存在啊，什么意义啊，什么必然自由啊这种问题。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有什么就是跟就是什么写什么批判文章那种了，就是说我会评价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我只是说它在形式上可能是这样的，我目前想的是这样的。嗯，我觉得可以啊，就是那个目前看就是预期就是那个我只看描述的话就是文字工作量，对，其实本资料就跟直接第四课差不多，反正就一大堆让读字吧。那但是这个文本你来写吗？你知道那汽车的那个文本团队是有多少人吗？那是他要写的很精致，我又不能写那么精致，我就写个很粗糙，差不多门槛低不重要的东西。对，然后我刚才没预期两个，一个是那个文字工作量比较大，然后还有你这个东西需要一个需要程序工作。这个程序工作主要是涉及就是你这个意识形态就是这个分类的一个系统。嗯，那其实就是一个归类学来，比如说你选哪个比较多，其实就是你模仿吉尔迪斯科那个系统就行嘛，你说什么说多少次，然后你就对，就是说一个比较粗暴的归类就可以了，因为我也不会分得特别细了，我也不会比如说分到主一主什么200多个，能分个几十个吧，比较常见那种吧。其实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 drag， 他不是有个什么左翼眼里的左翼看的那个意识形态就划分那个四矩阵那个图吗？嗯，对对对，就是说你如果是个我们就先说右派就是上面跟下面，上面就是右派上面什么就保守主义的嘛，就既要既要权威要稳定，然后下面就是既要资又要稳定，然后就会变成什么右翼什么法西斯什么纳粹，然后下面既要右但是要自由，就变成什么安资什么之类的，就绝对自由市场亲自什么的，然后左边两个就是一个是上面一个下面就是那个白左什么民主之类的，上面就是那个什么斯大林什么之类的。我的意思是我大概会做这种比较粗的分类，然后加上一些什么科学时代论啊，什么日子人什么这种，就是他不会搞得那么复杂，说一两百种都有了，就是这个工作不会很难，他也不涉及到什么很精致的，就我是不是你选这个啊？什么权重会上升，权重下降，搞那个什么人工算法的？我就觉得搞个简简单一点的吧，不要太难。我觉得可以，这个就是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打菠萝蜜糖的。对，就说这个定义比较清晰，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对。游戏盈利要上 Steam 呀，上 Steam 卖呀。对，你是准备到时候上上映卖？对啊。对，然后它这个亮点设计其实就是在于那个世界之夜了，就是你散值，而且它首先是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术语管它叫什么，反正就是说你因为你是一个那个上来就是个长狗嘛，然后你就散值就不停的濒临那个崩溃，然后你崩溃就 game over， 就会被强制入院，然后你就是要在日常中搞各种各样的工作，就是进行各种各样的生存活动来维持你这个散值嘛，就维持你这个精神不崩溃嘛，不被疮不破防，但是你维持的方式就是你要那个进行，比如说进行享乐活动，以及那个用那种叫什么刺激类的食品嘛，就比如说你可能要需要喝酒要抽烟，因为对上班也是掉伞，对不对？你拧螺丝什么的肯定是掉伞的，你拧个什么10个小时什么12个小时这种，
然后但是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再去学习哲学或者是做实践，因为你在学哲学你也是要消耗你的散值的，就类似反正这是一个生存状况，就生存的但是时刻可能 game over 的，就是它里面会有随机事件出现嘛，这样比如说你第二天上班跟我说什么工伤，然后什么欠50000要把你开除了怎么办，什么过两天什么父母绝症什么之类的，然后过几天什么什么你喜欢女孩跟你说什么什么他买个手机，就类似的，就是你女朋友说买个手机不买就跟你分手，就类似的这种事情。话说你这个形式让我想到过，就那个我认识的一个那个上海的就那个团队叫跌倒，他们做的一个游戏叫最后的一天，好像是吧？对，叫神的一天。好像是叫最后的一天，它这个形式好像跟你有一点关联，可以看一下。叫完美的一天。完美的一天，对，只是形式不涉及，就是这个。不涉及就是内容。嗯，反正就是说这个形式，就是说他还要进行一些游戏性的操作了，操作就维持自己的一个生存的，就是游戏能玩下去嘛，就游戏可以继续嘛，但是会有各种各样这种创伤性的那个随机事件发生，然后那个，但是如果你始终是维持生存，比如说你那个哲学书读的不够多。你就没办法开启世界之夜，你只有开启之后呢去学那个理论什么的，但是你投资在这个哲学学习上，然后你的慧根就会上升，你的蛇皮就会下降，然后你的慧根上升之后你的那个就是你防御力就高了，你就不容易掉散了比如说之前父母什么催婚或者跟你要钱你会掉散，现在你就是哲学学的多了，然后本来我的意思是严肃的学习你会放在一个世界之夜里面了，比如说从二十周开始就那些哲学家然后他们著作啊什么的，但是这里面也比较难的就是说如何把这个哲学学习的内容放进去，因为你单纯放点什么文本啊什么的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也简单来说他能看明白他也不至于会玩这游戏了。对，就是说这个哲学学习怎么搞不好说，游戏性能很好处理的，实在不行就放几个就他代表作什么，放几本书，然后你就是一个收集嘛，只要你以某种方式，比如说你要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钱，然后来读完这本书，你就等于获得它了。对。对，但事实上这个只是形式的获得，因为事实上你也没有理解这个书的内容什么的嘛。但你获得之后，比如说你的散就会上升，所以主要是这个比较难处理。你那个现在定名了，叫《重生之我自魔怔而》。就随便起的，随便起的，不一定叫这个。好像挺醒悟的。我是说这个就是哲学学习的部分有比较难处理。你这个如果从执行上的话来说，就是可能那个一些初期的一些设计工作，还有那个文本这个东西的，我感觉文本工作量还是蛮大的。这个我会写个很粗糙的，然后再慢慢完善好了。因为名字有大量的那个叫什么，就是他的那个笔记小组，我觉得他们都可以完成，有很多东西其实复读名字就行，也不一定那个我全把它搞完，其实我就是你没给我起头，我得给他们起个头，类似这种，然后就让大家一块往里填内容。反正我们看一下接下来我有时间可以给你中介一下，就是你那个菠萝，就是你觉得他这个东西跟 RPG 那个搞是不是有点太复杂了？对 RPG 那个有点为难。其实我感觉好像高德的 RPG Maker 好像都可以。我的感觉好像也就是差别不是很大。没有，我是说 RPG Maker 就是会不会就是那个比较麻烦，因为他这有些那个本的一个编程。对。我觉得其实可能高特的好一点，而且你们那边本来有程序员。对，他们程序员学过高特的吗？是个程序员，那个就是，用过游戏引擎没？应该问，就是说高特的反正语言有编程语言的这事情好吧，用过游戏引擎没？
用过的话，那其实就没什么好说的。对对，就如果是说那个是我们的话，肯定会体现 Unity， 但是 Unity 就是商业的，要分成的，所以你从灵活性上来说，按单点这个需求，其实月 model 的是比较好的。对。你觉得我这个设计 RPG Maker 的话，有可能就搞到 RPG Maker 太复杂了，是吧？还得写。是 RPG Maker 它太简单了，它很适合做 RPG。对它的做 RPG 的东西的有些特化的反而是写的少，但是你要把它扭过来做个就像什么现就是异教模拟器这种，就好像就有点麻烦。啊，用格道的本反我也会，到时候我只是重新捡起来，然后不会的难的你教给我就行。行，这个其实这做起来应该蛮简单的。嗯。这个不是，就这一类的，就主要就是设计问题，实现起来都比较简单。对 ，RPG Maker 一般适合做这个。你如果你的游戏精确是这种类型的，你就对。还得呀，反正就是大概就是亮点，就是这个哲学学习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比较难搞，因为它事实上只能做成那种，就是或者是卡牌类的，就是你收集了主义多少张卡牌。然后你再出来，你就对，就是你就散，就是无坚不摧，你的散值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你掉散。话说，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但这个可能就要费更多功夫了。之前那个你防敌的时候被戴绿帽，直接 game over。现在被戴绿帽，老子不在乎。有没有可能就是把游戏里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异教模拟器这边，还有很多卡片嘛？比如说那把一些概念抽出来，然后把一些基本的哲学的东西里面的一些知识性质的东西的，就说就你个什么网络出来，然后我的意思就深入稍微再深入一点的设计。既然打牌的时候再深入也很难，因为你只要是就只是以图片跟文本表示就是那样。然后我之前就说要不就是搞成那种。怎么说呢，就是说为什么想要那个 ChatGPT，因为它可以就是评价嘛，但是哲学这个内容也很难评价它了，就是说它那个模型也不够，所以说这个确实这是个难点，那这个问题先放着吧，因为实在不行也就是这种就是报菜名似的，就是说它只能是个形式，就你获得了这个，你花了时间花了精力看完这边看完海德格尔了，你游戏里面你可能是花了，比如说你花了一个月，然后花了多少钱，一天花了两个小时，然后你看完了存在于时间，你也进行了什么什么时间来什么反思它，学习它，或者是你通过实践，对不对？我们还有通过他们另外一条路实践之路，就你也不一定非得就是说搞理论学习，你通过实践之路也可以。然后但是我的意思事实上你这个人你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但这就是个纯形式的。对。对，我现在看起来觉得就是你这个一般按我们独立游戏的就是那个规模评价的话，它是一个那个接近中型规模的一个游戏，对，可能会有一些开发时间的，就是属于我们一般定义那个如果是小型规模的游戏，就是它是更小的会更好做一点，就是属于像我们自己一般游戏行业里面会有一个活动叫 Game Jam， 就是属于练手的。是你要24小时内完成一个游戏。张姐，你这个游戏的就是要花多少时间完成有个预期吗？你说我制作是吧？对对，多长时间就是完成有没有预期？一两个月吧。但是我一天只准备搞两三个小时，就直播时候搞。啊，那其他人也得参与吗？那些。苦力组就有人在看你直播吗？对，苦力组他们也就是一天花几个小时出几张图啊，也不用花什么特别多时间。一天花两个小时以内吧，就一两小时出几张图就可以了。我觉得你这个一个月也很乐观了，这个我觉得要两三个月，就而且要花点时间。好吧，那就两三个月，反正也不着急。对，反正没有，我是担心，就是说做的太粗糙或太差，污染了那个主义这个 IP 了。
其他的我倒无所谓。我或者我想实在不行就不用主义主义了，就是说我们就自己随便搞一个什么意识形态分析器之类类似的东西就好了，不用主义主义。你叫摩登摩登嘛。也可以了，魔怔魔怔也可以。对，反正你这个也是，你也不需要完成他那，也不需要他那个256个主题嘛。对，也不用那么精致，差不多就行了。他们弹幕一直跟我说可以借鉴逆转裁判，借鉴逆转裁判是吗？逆转裁判就是有个对话，我觉得那个不合适。那个逆转裁判不合适，反正他们直播间有的时候就是随便说点那个建议吧。因为我现在想这个形式，我脑子里想的就是那个，就是吉勒迪斯科那个对话，我觉得挺简单，不是对话吗？对话你选两个选项够多了，就给你跳出来你是个什么，就达成个什么成就，类似的，我觉得就这样就可以啊。啊，达成这个成就，你可以像那个密教模拟器一样，就是搞成一个。这也是个卡片嘛，其实就是一个主画面，一个卡片配点文本，也就这样子了。嗯，也没有什么东西。对，可以不需要啊。对对对对对。游戏都是属于在游戏界，就是都是有点那种名气比较大的那种神作级的游戏了。Okay. 好吧，那我们就先说这么多啊，因为我都说累了，我估计你们也累了，都一个多小时了，跟开了一个会议。那你就告诉我，你就帮我们，你们先帮我起个头，告诉我接下来要做哪些工作，怎么做，然后我就开始干活就行了。你接下来要起头的话，可能就是还是你们这个引擎得敲下来，啊，就用格斗就好了。反正那个我们这边给你起个头，至少给你评估一下你要怎么做。好的。你可能现在会集中在就是说你那个视觉设计，还有就是说你那个文本，然后你到时候就是基础的一些东西到位了，你再把就是插入那个里面输入。前期的设计是比较重要的。好的。对，那我就是我要给一个企划给你们是吗？对，你可以出一个图，那个我给你看一下那个，我们一般那个游戏跟电影产业有一个概念叫做那个摩卡，对，就模拟是吧？对，它其实你就是出一个，哎，我到时候游戏就长这个样子的一个效果。可以啊，你叫你们听一下，哎，就长这个样，他对话就长这个样。你比如我刚才在群里不是发了一个那个完美一天的那个图吗？你比如你就拿这个图去 P 成，就是说你想要的这个样子，然后说我到时候就长这个样。好的呀。这就靠对。好，可以，我搞一下。对对。我等一下可以群里我发一些就是那个参考吧，一般就是那个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前期的做法，然后那个你们那些土地主看了这个也知道他们该做了。好的，没问题。那反正有问题，反正那个微信在那个讨论，到时候有问题。辛苦了，我已经在放空了，辛苦了。没事。好，拜拜。好，拜拜。是下实践的这个下实践的游戏，就是说我当时跟朋友讨论的时候说，怎么定义我们的这个游戏的一个工作的意义嘛？就是说它是否是那个玩家设定，然后它是否能够单入借游戏的形式，单入就是它产生的就是对玩家的就穿越去产生的这个去又把你脱离游戏啊，就是你的那个意识形态是能够的这个幻想，然后把你这就是下降这个实现。我这是我这就是这一类型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特点。对，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做了这个类型的这样的一个
游戏啊。不过就是我们现在做这个游戏的过程中，它帮助我们就是说那个脱离了一个就是对大小利益追求的一个幻想，然后当我们想象一个实现了，然后它就是我们这个游戏没做完直接被挂起了。然后，但是当我们上线的时候，这个游戏它应该在这个新的这个机器里面，它有一个就是位置。然后我现在在这个系统重新用的那个给这样的一个游戏就是找到位置，就是相当于我们得看看是做它的意义，就是它能起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对，这是我在就是那个探索的一个话题。然后我希望就是我在这方面做的一些就是比如我可能会推荐一些游戏企划。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关于一些新范式的就是游戏理论，甚至是游戏设计的，新范式的游戏企划。然后第一个就是那个乱，一个就是说叫游戏设计，这个游戏设计理论跟当下的游戏设计理论都不一样。当然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会用的话，它比较会造一些实验啊，它类似那个类似实验的意义。你比打就是当下的一些就是十二个意识态度都那个给拉下上的一打，但是说我如果要这个事情，我得把现在在读的一些这个要迷的一个游戏我的信息我的一个态度都拉下上，你就是那个意识态度就是那个甚至包括我们就说美国派的美国商业派的那个像小莫啊2017这种啊，他背后的就是于那个认真主义的一个人，还有就是说像那个加州大学的一个人，就是像那个认真谈的就是于那种就是要那种玩的体验的就是这个设计的，就是那个像教导教授跟主持刀的就是这个我们都连他就是这个拉架上，然后那个我提出一个我们组成一个新的就是那个游戏设计的。我今天有一个就是基本的那个游戏呢，我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那个叫做游戏意义，一个叫做游戏现状。这两个我回头会想继续延伸的这个问题。游戏体力其实是拉开着把当下就是那个所有的就是游戏的所有游戏都放到了就是一大背后的一个心态，就是于游戏设计的很多大家在那些小岛上那个强的实现的东西，什么就是于上下交三千看不到那些全部给大家那个拉加上，对他家的一个就是请大家看看，又对他家的那个设计方法进行的一个做后，然后在这个理论里面，他在最后会教我们的就是这个游戏实现了。就是说，在这个游戏线上的那个方法体系里面，你的因素放大所生成的那种现实生成的，就是于实现，就是是接就是关它会影像实现，而且它是实现的一部分，而不是就是说设置跟那种爱与狂，然后让就那个玩家就是那个沉浸在这样的就是于虚构的这个世界里面，就是无法自拔，然后说他玩了这个以后，他还想到二代，还想上代，然后把它作为一个消费的一个部分。然后我希望就是说那个去推进。那个这样一个新的化式的体系，去扬弃当下的那个当下的那个游戏跟游戏设计的一个方法，这可能是一个大的。然后它会借我们接下来的一些实验性的，甚至它毕竟是那种后现代的那种先锋游戏，去展开在这方面的就是看看，因为那种先锋游戏可能搞一些乱七八糟的那个很努力的这个东西，我们本身的这个东西要发展更加经验，让它就是做近景的就是这个艺术跟那个现实产生的那个经验，对对。然后这个是可能需要我们就是那个展开各方面的这个理论跟实现的一个讨论，然后具体它会衍生到就是说那个游戏的一些制作啊，还有游戏设计的一个理论啊，而且就是我们这个理论就是说它那个背后要表现的那个属于跟哲学相关的一些这个接下来我们都会那个展开讨论。我接下来这个交响展中可能会开一个就是这个高高的频道，就是说意义创作，我们会先从在游戏这个领域来展开，因为我认为游戏就是一百年前的这个电影，而在一百年前就是说在电影领域去争夺这样的就是这个文化战争，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事情，而在当今这个时代，游戏就是我们那个一个很新的一个战争，而且就是说它在未来那种作用可能会越来越大，对。然后就是说那个我想象中的我那边观察是这个 reflective 这个东西的这个一个同定位的东西，如何就是提定位的这个东西，对。当然那个无可厚非的，我们对这样的一个作品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它作为文化经济的一个一环，文化
文化经济行动的一个一环嘛，他呢就是起到了一个就是说那个文化行动的一个组织，一个就是作用，一个蛮大的一个作用。文化行动的这个作用是指它可以就是借鉴想象的这个实施者，对对。然后另外就是说在景观层面就是上当。文化工业，文化工业的这个生产，它具有就是说极大的一个经济效益。说白了就是人家花多少钱啊？你做短的话，那个我们其实有点就是那个先是一个裂变嘛，这个裂变是天性的这个就是这个与天性主想象的一个过程，就是当那个时代就是最代表性的这个过程，所以你看到就是哪些了，然后我们。那个地球化的话，大部分都是要超越的这个，去那个阳气系统，这个是一个蛮难的一个事情。说白了就是说那些是小科学家、中科学家，特别是一些科学家，他们有钱也有钱花，大量的就是时间就去那个提高自己的就是艺术修养啊、创造力啊，他也有大量的时间去那个学习哲学啊，你如何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散发出家家的一个就是这个进入文化的这个包养了。这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在各个方面都是就是包括你要进去参与，那你不能你作为就是说那个媒体里面的就是看看有没有挑战，就是那个具有杀死人就是那个小生存者，但是我觉得就是说那个你的那种切入点可能就在就是我们一团子生的就是想象的天地，就是那个动力要求多我们这个太虚，就是属于片面的谈到生产性，然后落的就是那个机器为物理。我说那个我就不跟那边嘴巴全走，我就随便他刚说去吧，没这种嘴巴全走，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念经都是念的不太好，他这个就是那个冤家王黑黄。你别说那个黄黄黄黄的就是那个十四水了，你那个黄黄里面有一个 MM 进去，黄黄没意思。对，这种事情就没什么。反正也但是呢，我还是会引出就是那个我刚才说的新范式游戏的这个这个我在那个我前有一些历史发现一点，就是说本身它就是那个我想说的就是说收集一些历史的一些比如就单单说的那个还有就是说法国的这个夏朝，他们当时在这个文化大革命上都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战斗力，他就是属于单单说那个他有一些前置条件啊，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条件就是他我们也不能说条件啊，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没好。这个基础设施它是来自于主要还是人类的问题的。那个属于目前的这个行动者的就是愿意参加的就是太渺小，然后就是说而且大家的这个毅力还不够强。你的这个方面的那个毅力够强，无法去对抗这样下的就是说的那个属于文化大革命嘛。对，然后过桥呀，老大大的，难道全球人民下就是美国卫星的这个那个做法大的？还有那个日本的一个就是那个传统武器的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很大的对手。几大势力啊，欧洲势力，那个美国势力跟就是日本势力，你怎么去挑战战？我们现在看没有方面的这个难。我当时就是说那个希望的是像当发展单元啊，当年的一个单元的那个一面是属于左翼艺术家，对。但是就是在这个时代，就是说我们大大的意义就是这个大的，对，因为这个时代就是文化工业的那个发展是为它的异化这。说白了就是说，艺术家们上当一点，对。
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比如从自己开始，或者是做一些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方法。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的大概是，但是在现在还没开始估计，就是说我先推进一下，我可以聊一下。大概思路是说，从一些我们现在公益活动里面会涉及到的一些领域开始考虑，就是说就是小的，比如说打引号电站的这种就是说内容。
次都想跟这个跟这种线下服务去结合的。对，当然也不一定要做我们的行动内容，而是说我们就是在这行动当中所涉及到的各种奇形化奇。这个问题里面的那个问题，就比如说那个，我们前面讲就是说那个，一种模拟啊，那个比如你要开这个公司嘛，对，它其实会涉及一个那个模拟，模拟里面的那个经济运转，然后怎么运转才能达成一个就是那个收入的一个平衡，对。那些项目，对对对，也包括比如我刚才一讲的是说，就是假设你就做个当外卖小哥的东西，然后重点不是说就是这个里面过的，而是说当我们说到送外卖的时候，或者说这个领域的时候，里面存在着一些什么我们要去挖出来的东西，然后它是怎么被结构在这些就是说你的这个工作生活结构当中的。它就是游戏作为一种发生媒介，就是说这个继续跟你前面那个关联到，它就是这个游戏我当然把它那个掌握起来，然后把它直接传播化。对，游戏作为一种发声的一个媒介，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对，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探索这个艺术的一个现实作用，而不是一个那个当代艺术是它作为就是涉及文化方面的就是消费主义的这个表象的一个环节的，作为一个这种作为一个它整个的就是这个媒体的一个表象的这个环节，而且就是说当代的它的这个具身的话，长生长系统的。对，对，就是要说这个思路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平时在思考什么问题，就是它的具体的事物和里面的就是说思维的结构或者分析问题的过程，这些其实都是本身就是可以用来构成游戏的内容的。对，而且就是说你会发现这里面的人生路一些那种理论、基层分析，这些理论什么都在这里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作用。它也能流出一定作为一个这种思想探索的一个工具。你就看自己说的就是考试题一样，你在有些时候就说游戏的这个模拟它可以作为就是说一种就是探索方式，对，一种意义。对，其实就像我这个系列，这个系列有很多的目标和目的，它这个可能目标和目的这个系列其实是探索的就是这个不一样的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可能性，其他的可能，它其实对应的是那个主义就是四大四的这个。但是就是说，跟这个它跟它这个不一样的方式说的，我们是一个阶级就是游戏的这个程序体系，相当于我用这种媒介去进入就是它考验的一个问题。对，其实我刚才可能要引入的话题是那个，我是发现这个是断掉，然后我现在它要重新拿起来，它的这个意义何在？也就是说，它如何就这个再次在这个当下的就是说这个新的这个体系里面起到一个作用？我不知道放在这三个维度，那个文化、科技，还有就是那个围绕实的就是这个参与上来的。对。然后我们这个就是那个文化维度。它的一个就是说作用，我不想谈的就是那种它的那种文化的那个战略层面的那个作用，在战略层面我也讲，这个后果我很清楚。这个战略层面我会具体再讲，因为我之前是在拉什么的。然后我主要想谈的那个战略层面，就是说我们在中短期内做这个事情，它能起什么作用？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说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我们应该要把这个东西干起来。就像我们前面那个作为中性的这个产品啊，我是认为就是在这个全球的一个波动趋势下，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去那个去参与去进入它，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对，然后我们这边像这样子的一个话题，我们这个当下这个游戏文化活动，它的意义有哪些？当下就说这个游戏就是我说我们在这个时间，他会给我们接下来是我们那个周六天会进行这个东西活动，然后周一周五会逐渐交叉一些线下的一些这个一些调研啊，那个局各种准备啊，但是我们还有一部分时间就是会设定就是说那个这个事情。相当于这个事情，我们有必要在这里面去谈谈那个到底怎么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继续，因为我觉得艺术其实有一种，就是说靠怎么说呢，它可以起到一种某种，在我有自己的说法，就是一种预演作用。它其实就是说，
对于很多留在南美角的人来说，就是这，就是就像说我们自己的看法，就是你对怎么说呢？嗯，就这个意识形态体系的松动，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就是说你撞上了那些框上的人带来的。嗯，而艺术作品就是说比起，比如说理论的传播来说，它其实更适合，它很多时候会起到一种创造的预言作用。嗯，对。就是它其实会起到一个松动旧意识形态的作用，当然就是接下来需要一个正确的理论，否则的话又会进入到新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对对对。但是我就说，这里就在我看来体现出艺术作品，当然到目前来说，我们这里主要是游戏，它就是它的创作就是它有这种感性的力量，它有那个冲击性，有些就像你拿螺丝慢慢拧不下来的东西，你也许就说敲它两下就松了。嗯。对，而这个东西，就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在实际上是有这种力量，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往坏的方向发展，就像当初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还是谁，想要把就觉得所有的人就是诗人都该拉去拉去砍是吧？柏拉图就是吧？然后但是不管如何，就是说他有这种力量，就说明就是说他既然会觉得那些可以蛊惑人心，会蛊惑人心，那么说明这里确实有直达人心的某种力量，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改变人的这个 DNA 方面还是相当重要。对，这就是说那个他是有多面的，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会就对神进行意识形态化的一个活化机制。对，同时他也是一个当然对你，就说拿那个拉西埃的就是一个角度来说，他是具有就是说自适性的这个方法，他可以有些方法来进行。对，嗯，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讲，有必要就做这个事情。但刚刚我其实对这个我们这个 Rebellion 的这个名字，我有点疑惑，因为 Rebellion 的它本来当初是我们的这个炸弹，对，它有点像那个微量的这个 DDT， 嗯，就是它里面变成内核的这个 DDT， 都挺像，它类似就是 DDT 这个机啊，已经等于就是说，我觉得 Rebellion 的有点像就是那个游戏版的 DDT。嗯，对。然后就说，但是这个东西就像你那个，你看你要花400个小时，那个为什么他杀了就是说，不止400个小时就会去投背这个。然后我们的问题是说，我们这个那个他当时没有完成，他这边把我们干掉了。然后，但是他在现在这个被燃气的就是这个环节里面，被燃气的这个环节里面，他在现在环节里面，他有新的这个战略意识，但是就是说我该把它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就是说怎么去。什么时候会去做完的？还有就是，我有没有必要就是说，把这个东西重新又给那个带来？嗯，或者是确实像我们需要改变一种思维模式去做这个东西。嗯，也就是说，比如说，或者是说，主义主义并不，虽然说有些有整体性的设计，但是你可以看到，温子仁做主义主义的过程当中，其实一边做一边想，他有些结构性的布局，有些细节就是说临时加上去。也不是临时加上去，就说是就是做到那个地方，然后就说再决定，然后后面甚至有可能有些修改。嗯，那么横向过来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说 reflective， 我们能不能把它变成一种看成一种重新生成的一个结，就是说的这个东西。对，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那个 reflective 的这个重生法有一个就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鸽子。电影跟那个游戏的，就是真的，它是一个一是地震的话，二是它是马上产生，因为生产企业也包含它的那个不可控制性。对。然后就是说，所以它要产生，它如果产生这个事情，它可以建立它的那个就是那种生产企业要产生的一个过程。对。然后我们那个就是这个过程也暴露。对，其实就是，也就是，就我刚才讲的，就是当这些是属于比较没深思的，就相当于我们比较主，就是这个 reflect， 它可不可以被重构为，就是我们有些底层设计的一个大的框架结构，然后在里面其实我们用一个一个的就是单独的作品来，就是说来填其中的，就是说不同的就是部分。哦，你说那个它变成一种整体化。嗯，对。它相当于说，它可以进行一系列的东西，然后最后我们看有没有需要，就是将它整合成一个，就是说整体性的一种那个叙事。它现在是你说这个有点像星际迷航吗？啊，有点像星际。但是就是说，我们也许可以在这个体系就是说差不多完成的时候，就说把它真的整合成一个东西。嗯。就是相当于说重新做一个 reflective， 那就是真最后的，就是说这个作为一个体系结论的 reflective。哦，
然后但在之前的话，这个 Flagg 可能只称的是一个系列的东西。没 Flagg 的，这 Flagg 的系列到底有多大？回来了 ，Flagg 的系列到底这个真正的 Flagg。对，嗯。到真正的 Flagg 是这样一个思路。啊，对，对。讲一讲，好像好像是存在，我这个有点不好好的。嗯，啊，对。对什么？我没听，他就对对。就是说，当然这个过程不一定是什么东西对对对，有可能有些修改。嗯，那么横向过来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说 ，reflecting 我们能不能把它变成一种看作一种重新生成的一个结，就是说一个这个东西。对对，我觉得跟你说，我们那个 reflecting 的这个重生打有一个跟刚刚不一样的地方，它是因为就前面的那个作品就是说，因为那个就是生产是有一个电影。电影跟游戏的生产，它是一个一是地震化，二是它是产生产因为生产细节里面包含它的这些不可控制事实。对，啊，对对。然后就说，所以它要有产生，它如果产生这个事实，它可以建立它的生产环节的产生一个对对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把这个过程给暴露。对。对，其实就是，也就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次是属于比较没深思的，就相当于我们比较主义，就是这个 reflect 它可不可以被重构为，就是我们有些底层设计的一个大的框架结构，然后在里面其实我们用一个一个的就是单独的作品来，就是说来填写的，就是说不同的就是部分。哦，说你说那个它变成一种主题化。嗯，对，啊，对。它相当于说，它可以是一个系列，然后最后我们看有没有需要，就是将它整合成一个，就是说整体性的一种叙事。它就是你说这个有点像是经典的吗？啊，有点像是。但是就是说，我们也许可以在这个体系就是说差不多完成的时候，就说把它真的整合成一个东西。嗯。就是相当于说重新做一个 reflect， 那就是最后的，就是说这个作为一个体系结论的 reflect。然后但在之前的话，这个 reflect 可能只称的是一个系列的东西。没 reflect 的，这 reflect 的系列到底有多大？来，reflect 的系列到底有多大？真正的 reflect。嗯。我又没听到，我觉得打字还算，改天晚点的听吧，还算听完了。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这个过程给暴露。对，其实就是，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当这次是属于比较没深思的，就相当于我们比较主义，就是这个 reflect 它可不可以被重构为，就是我们有些底层设计的一个大的框架结构，然后在里面其实我们用一个一个的就是单独的作品来，就是说来填写一个，就是说不同的就是部分。哦，你说那个它变成一种主题化。嗯，对。对。它相当于说，它可以是一系列的东西，然后最后我们看有没有需要，就是将它整合成一个，就是说整体性的一种那个叙事。它就是你说这个有点像经典的吗？啊，有点像。但是就是说，我们也许可以在这个体系就是差不多完成的时候，就是说把它真的整合成一个东西。嗯。就是相当于说重新做一个 reflect， 那就是最后的，就是说这个作为一个体系结论的这个 reflect， 然后但在之前的话，这个 reflect 可能只称的是一个系列的东西。啊，没 reflect， 没听懂，以后有机会听他们当面讲。好，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电工学习了。电工学习不能落下。
我看你昨儿看到哪儿了啊？我们要根据这个电工老哥的指引。磁石が回転して交流を発生します。磁石の周囲にはまだスペースがあるので、コイルをもう一つ90度傾けて設置しましょう。こうすると2組の交流を同時に作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これが二層交流です。抵抗にかかる電圧をグラフで見てみましょう。コイルを90度傾けたことによって2つの交流には90度分のズレがあります。では120度ずつ傾けて3つのコイルを設置しましょう。これが3層交流です。120度ずつずれた3組の交流です。我也想问，为什么不能搞四项呀？那为什么不能四项？そのため、このように電線を結びつけると。これらの電線にかかる電圧がゼロになって電流が流れません。つまりこれらの電線は取り除く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す。3つの電線で3組の交流を送ることができる三層交流、その経済性から世界中の電力ネットワークで三層交流。虽然你们都说他讲得很明白，但我还是没明白。我还是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说什么什么电相，什么什么什么正负压是零，是什么意思啊？就这里我还是没明白。我也不懂。而且它这个就是发电，这个发电方式就是转这个磁铁，那个在电厂也是这么发电的吗？也是转那个磁铁吗？也是个大磁铁在这个电线里头转吗？电圈里转吗？也是一样的吗？啊，电厂也是这么发电？啊，原来电厂这么简单吗？就是烧水，然后烧水，比如说火电，就是用火烧水。然后那个火电就是用火烧水，然后那个，然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水力，水力发电呢，就是用那个，就比如说大坝什么的，它就是用那个动能转化成，
那核电站呢？核电站是用核能烧水。好呗，所以那个发电厂就是各就一组一组这样非常大的大磁铁，然后还有一组组这样的线圈是吗？那这个线圈是铜吗还是什么？就必须得是导体是吧？然后它就能产生电，然后那个电就是在这个导线里面是吧？就是在这个线圈伸延长的出来的这个导线里面就是电。那它这个随电阻变化的这个，就是这个波浪是什么意思啊？电压啊，有的时候是正压，有的时候是负压，是什么意思啊？我还是不理解。电流方向不一样，电流方向什么？不就是在那个导线里的方向吗？不就是，比如说这根横着的，不就是这根横方向，不就是从这边往这边流吗？它还能怎么样呀？不就是从这个圈往这个导线这个方向流吗？还能怎么样呀？这个是高中物理学吗？那我应该学过呀，为什么完全不知道这回事啊？我觉得没学过，如果学过我不会一点印象都没有呀。我觉得你们在骗我，这高中物理学过，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听不懂，听不懂。啊，我们搜个电磁铁啊，我们搜个电磁铁。你们，我们来听一听神奇的电磁铁。六年级会不会有点超纲了？有人让我搜电磁铁，你们说又不是电磁铁，到底是什么？要搜电磁感应，到底搜什么？不是电磁铁是吗？电磁感应。我是不是做错介绍了？大家好，我是侠义原彩色发烧游戏。今天我想给大家讲几个高考问题中经常出现的模型，电磁感应中的动力学最重要的问题。像这样复杂的问题，它的形式千变万化，在高考中有很多可能出现的情形。很多同学在遇到一道新的题目的时候，感到无从下手。
那么其实这类题型它虽然组合的形式不同，但是它的基本的算术很简单。我觉得只要我们掌握了行动后等于 n 倍的电算力的问题，这两个和分别产生首先我们把第四代经历的正因为质量排除二二，我们会把这个的积累，这是高考内容吗？不会，不知道在说什么。电流是从哪儿流到哪儿呀？产生电流从哪儿流到哪儿呀？它那个线接的是接到那个导体的那个上面了吗？它会一正一负，就是它表会左右摆是吧？我也觉得我只配看李永乐了。李永乐的我还是看得懂。对，就是这个圈儿，这个圈儿里面也是铜线，是不是？搜右手定则，搜什么？右手定则什么意思？啊，真的搜到右手定则什么意思？啊，这个学过，我想起来了，这个确实初中时候学过，我想起来这个东西了。哦，我明白了，我悟了，我理解了，我悟了。你们谁还没悟？真太笨了。它就是，因为它是前后运动切割磁感线嘛，它就是你往后运动的时候，然后这个它就是一个方向，然后你再往前的时候，它就会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你往后运动的时候，它是这么转的，这个电流在这个导线里面，然后你再往前的时候，它就又反过来转，所以它就是往后的时候它就这样转，再往前的时候它就这样转，对不对？然后右手定的时候看着转的方向，就是说你往后的时候它就是，对，它就是从这个方向往这个方向转，然后你回来的时候它就从这个方向往那个方向转。那么问题又来了，它为什么是沿着那个导线的方向纵向转，它不能沿着导线的方向横向转吗？谁能回答我这个问题？那我给你们画个图。你看你们都听不懂，等我给你们画个图。比如说现在是这样，对不对？就这个是磁铁，然后这个是那个导线圈，对不对？然后导线圈它可能是好多根好多根铜线，对不对？然后你当你这样运动的时候，你往这边运动的时候，它这个电流是从哪儿往哪儿走？我们比如说这个是 N， 这个是 S 好了，这个导线圈它是从哪往哪走？它这个电流是这样走的，是不是？就是从这边往这边走，这样转的，比如说顺时针转，对不对？就比如说你往这边走了，它顺时针转，对吧？是这个意思吗？然后
你在从这儿从这边往这边走的时候，它就是这样转的。我这个是对的吗？我这个理解，就是电流在这个导线里面是这样的。有人说我是对的，我是对的吗？那它为什么电流是沿着这个导线的这个方向，就是纵向转的呀？它为什么不能，它为什么不能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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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呀？它为什么要就是这样转呀？我就是这个问题，它为什么在铜线里面它是沿着这个方向转？它为什么不能像我这样转？问题是它为什么要顺着线呀？哦，沿电走最小的方向，哦，有道理。好像我好像可以理解呢，不知道，虽然不知道理解对不对，但我好像可以理解了。好 ，OK， 我理解了，来吧，继续。然后它这样转转转转转，然后这里面就会产生这个电流，只不过是一会儿是这个方向的，一会儿是这个方向，对不对？当这个 S 转过来的时候，它这个电流就是从这个方向往这边走，然后这个当这个 N 过来的时候，它又变成从这边往这边走了，是吧？或者是这样，当这 S 过的时候，它这个电是从这一端走到这一端的，然后当这 N 过来的时候，它又从这一端走到这一端了，导致这个导线里的电流方向不同，是这样吧？我又理解错了吗？啊，没错是吧？对啊，就是当这个 S 转回来的时候，它这个就是电流是从这边往这边的 N 过去，它就从这边往这边了，所以它这个电压高低其实就是方向，就是它在这边的时候，就是说它过来的时候它是这个方向，它在回来的时候它是这个方向，所以电压高低它其实就是这个方向的问题了。然后因为它们中间隔着120度，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时间差再切割下一段这个磁感线嘛，所以下一个就会跟它峰值就会错开。然后他们三个就是完美的是一个三角函数，对不对？就是整个闭合的时候，然后在任意一点的时候，他们那个电压都合起来都是零，对吧？是这个意思吧？他们电压是零，这个事情很重要吗？为什么是要求电压是零呀？
为什么保证中性性电还是零呀、啊？酸素交流には便利な性質があります。三つの電圧を足し合わせると、電圧同士が打ち消し合って、どの瞬間においてもプラスマイナスゼロになるのです。そのため、このように電線を結びつけると、これらの電線にかかる電圧がゼロになって、電流が流れません。つまり、これらの電線は取り除く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す。3つの電線で3組の交流を送ることができる。哦，因为电压是零，因为电压是零，它就可以去掉三根线，是吧？这个是怎么接的？我不太看得懂哎。所以它本来是六根，然后它去掉了三根，因为电压是零。我再品一品啊。これらの電線にかかるため、このように電線。我再品一品啊。哦，它电压是零的话，它这两根就只需要一根是吧？因为电压是零的意思是它就是一个方向的电，对不对？它没有电压差，就是说它如果电流是同一个方向出去的话，它就不需要两根线了，因为它就不需要一个，就是我想看。因为两根线就是一个火线一个零线，是为了这个电压差嘛。那现在电压是零，它就不需要电压差了，是这个意思吧？我已经看完了，我都看第二遍了。これらの電線にかかる電圧がゼロになって電流が流れません。つまりこれらの電線は取り除く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す。3つの電線で3組の交流を送ることができる三層交流、その経済性から世界中の電力ネットワークで三層交流が使われています。哦，我理解了。然后他那个接法就是新型接法，是吧？好，我再看一下第二个视频。哎呦，震死了！你们为什么对这些东西这么聪明啊？这些东西我理解起来很，也不是很费劲吧，就是这怎么这视频顿了这么大。并由我的整理翻译投币和收藏并可建议您的转发将会使更多的人看到本视频并从中受益，您的支持将是我们能继续努力创作下去的动力。谢谢。接下来，请观看视频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我们将看看一个简单的交流发电机是如何工作的。然后，我们会看一个单向电影，然后是两向电影，最后是三向电影，以及如何使用三向电影，还有为什么我们不用四五六向等等。首先，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交流发电机开始。我们将从一个单一项开始，单一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们将加入其他的项，直到我们得到三项。
我们拿一根铜线把它绕成两个线圈，然后把这些线圈对称放置在电路中，并将两端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电路。现在如果我在这些线圈之间放置一个磁铁，那我问题又来了，磁铁什么到底什么是磁铁啊？磁铁是挖出来的就是磁铁还是做出来的呀？磁铁是可以把一块普通铁变成磁铁吗？我们开始旋转这个磁铁，磁场就会干扰铜线内的自由电阻，电流就会开始活动。当磁铁旋转时，极其紧旋转，正如你在擦铜中看到的，磁铁的等级和南墙在旋转。当它们旋转时，穿过线圈的磁铁迫使电阻活动。注意磁场的线在每一边都是椭圆形的，它们通过磁铁的中心轴相遇。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一边是正的，另一边是负的。但是在这些椭圆，哎，到底什么是磁体啊？是不是地球就是这个磁体啊？地球就是有磁场的。地球南极北极就是磁，就整个地球是不是就是磁铁呀？地球有磁感线吧？不说那个绿光就是磁，极光就是磁感线吗？那人体有磁性吗？磁来源于电子自旋。哦。哎，小时候老有那个，老有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超能力、特异功能，就是那个《X 战警》里那个万磁王，就是来自于那个幻想嘛。就说有的小朋友就是吸，就是磁体，就他可以吸铁什么的。小时候那个宣传气功那些上面老有这种东西，就是什么透视，然后吸铁之类的。有没有这种东西啊？到底哎，那什么时候可以磁铁可以吸铁啊？那人为什么不能吸铁？人不是也有磁力吗？直到它回到中心点，因此当这个磁场旋转通过线圈，线圈将经历一个不断增加的磁场强度。正的一边，在这个增加过程中，铜线圈内的自由电阻将被推动，并开始朝着一个方向越来越快的移动，直到它达到磁场的最大值。然后随着磁场的减小，电阻的流动将开始减少，直到它到达一个中心点，在那里没有电阻流动。然后是磁场的浮力点，当它经过的时候，它在运动。为了让自由电阻向后拉，磁场强度增加，电阻流会越来越大，直到磁场的最大值，然后它会下降到中心点。哦靠，这里又很复杂的问题了，这里涉及到对这个相对论的理解问题了。
就是磁吸铁，就说比如说什么是力，力其实是一个结果，是一个人的符号学系统。我这里又要用这个未名子的说法了，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就人的那个符号学系统拟制的，就这种力其实是个关系嘛。事实上磁力并不是说磁力把铁吸了过来，而是这个磁力，这个力其实是空间的扭曲嘛，是这个空间扭曲，然后那个铁移动。让我去看猫在干嘛。拜拜。你干嘛？你挠什么？就是狭义相对论是说力的产生是由于空间扭曲产生的嘛，然后广义相对论说的是物质就是空间的扭曲，就是也没有一个什么什么空间这种东西。我没有理解错吧？狭义相对论就是说在微观尺度上的力嘛，就是这些弱力什么的，这些弱力什么的，它其实是表现，比如说我们说什么什么把这个磁铁吸起来了，其实是这个地方的空间发生了扭曲，然后这个铁就这个铁就会向磁铁的方向移动嘛，就这个力只是一种就是拧过来的视角。完了，是万有引力，跟磁力不一样是吧？就是我讲这个相对论都是关于万有引力的，是不是？关于物质跟这个能量的，那个什么磁力之类的跟这个没关系是吧？这就是为什么交流电被称为交流电的原因，因为电子的电流是前后较低的方向，就像海潮一样。如果我们在风中上下冲，电波在旋转过程中流动的速度，我们会得到一个正弦波的图形。在这个正弦波中，你可以看到，电影在开始时是静止，在中性区，然后速度通过正电板一直增加到巨大。然后速度开始下降，一直下降到中心区，这时就不会再有电子动了。在这之后是负的一半，电影加速到最大，然后他们还是再次减速，直到磁铁完成一个完整的旋转。当它重复的时候，这个完整的旋转被称为一个周期，每秒周期数被称为频率，以赫兹为单位。你可能在电子产品上看到电子时，或正是赫兹以下。这意味着电站的发电机正在完成一个完整的旋转，每秒10或60次，所以电流的方向也是每秒电10或60次。当它被写在电器产品上时，这只是告诉用户产品应该连接的电力运行。现在回到这之前看到的正弦波，这张电流图也代表了功率。如果我们把一盏灯连接到电路中，就会看到它的亮度会一直增加到峰值，也就是最大值。然后它的亮度一直下降，直到中心点，灯时机上是关闭，因为没有电流过。
但是当周期的负发展来时，它的量会再次增加。电影开始以相反方向回流，直到再次到达中心点。所以在循环中的这些点灯不发出任何光，在循环中的这些点灯不太亮，所以这没什么用。如果你在一个房间里工作，灯光像这样忽闪忽闪的，要想静它会不麻烦。我们可以添加另一点线圈或第二下到发电机，我们可以把线圈从第一点线圈旋转180度，然后把它连接到另一点灯上。这种旋转意味着线圈中经历不同时间点磁场强度的变化。第一条线圈达到最大的电流和量，当它减少，第二条线圈将开始增加。这改善于照明，但仍然有一个缺口，这将至少是，所以我们可以添加第三条线圈。来了来了来了，你出来迎接他可以，但是你不能出门，没关系。我今天总想出去，预感到可以出门了。你可以不断增加加灯电量来填补这些电量，但是如此持续，所有这些电将会越来越昂贵，三项电量会被换算成，因为这是施工的电力和建造成本之间的一个等号。在现实世界中，你不会用三盏不同价位的灯来照明一家人的灯，都是三项，但是他们在闪烁，只是他们的开关数据还在闪烁的区间界限。除非你把灯弄成完美，一个更实际的应用是建立干电电动机和其他商业和工业设备，因为三项将提供更多的电力。这些项目，这意味着你可以提高产量，或你可以运行电机更快等等。电力搬运、生和分布在三项电力可以用来电电压压。现在，啊，所以灯本来就是在闪的，只不过它闪动的频率特别快，所以我们看不见，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但是现在灯是 LED 灯啊，也不是那个灯泡了呀。大型工业设备，或者你也可以去连接一个小，也为小型电器提供供电。这通常是大型塔楼和摩天大楼通过建筑物分配电力的方式。升降机马达和空调灯等将需要三项电源。在外部，电脑和办公设备将需要外向电力。所以，他们分配三项电力到大楼。然后同时需要同样的情况把它在整个城市的电力分配上。房屋将连接到一个单一项，因为他们不需要太多的电力。那这样想想看，造个发电厂其实也不难呀，就是整一大堆铜线，然后整块大磁铁，然后烧开水，整点煤烧开水能转就有电了。就是我的意思是想整一个那个简易版发动机，其实蛮简单的。而一个大型电将连接到一个三相电，因为它们需要大量的电力。没哪里够，去地上扒一扒不就有了？烧柴火也可以啊。我没有想造，我就是那个做一个做一个脱产小布，感受一下劳动的快乐。就是说啊，原来原理并没有我想那么难。你们知道我幻想的发电厂是怎么工作的吗？你
你们知道我混成的发电厂是怎么工作的吗？我幻想的发电厂那个构造大概是什么 DNA 风行的那种难度。对，然后你们跟我讲说啊，我觉得就是转个大磁铁，原来这么简单吗？对，什么能量炉，什么原子反应炉那种东西。那这个确实讲的蛮好的，确实讲的这么蛮好的。好，多谢电工老哥，让我都能理解什么是发电。从头开始啊，哪个是头啊？这个是头吗？这个是头。这视频给大家讲解了一些常见的电器元件，大家可能已经对基本的电器元件有了一个认知。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查看老赵之前的视频，很多新手电工对于电器元件的符号不是很清楚，同时觉得比较难学难记。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对于电器元件的实物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电器元件的符号。好，我们来看一下电器元件的符号分为文字符号以及图形符号。文字符号一般分为单字母符号及双字母符号。现在我们对应之前学习的电器元件来逐一的进行讲解。首先看这一款是之前我们学过的断路器。好，我们对照这个表格来进行学习。好，我们在名称栏写上好，名称是断路器，断路器的文字符号为 QF。 然后我们来画一下它的图形符号。QF 是什么的缩写呀？这就是三体断路器所对应的图形符号。那两体断路器的图形符号怎样表示？我们来画一下。来，先看这个，我都看到这儿了。我知道是断路器，我说英文 QF 是什么？这是两体，如果一体的断路器就画一个开关。我当然知道跟它有个英文词组啦，是什么？是不是比较简单？三体断路器的图形符号跟这个非常相似。好，这就是断路器的文字符号及图形符号的表示。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电器元件是接触器。好，我们在名称栏写入接触器。A circuit breaker, okay. For power circuit, QF. 我们看它的文字符号，接触器的文字符号为 CAT。那哪有 Q 哪有 F 呀？接触器的
图形符号接收器，之前我们讲过，由主处理、Protection、无助处理及线圈组成。接收器的图形符号需要有三部分组成。好的，我们画一下。那 Q 是什么？你们打了半天没有 Q 呀？哪个是 Q 啊？好吧。接收器的主处理部分。是接收器的主处理部分，这一部分图形表示要画在电路图的主回路当中。我们再画一下接收器的线圈。这个图形符号就是接收器的线圈的符号。我们再看一下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有长开触点跟长密触点，我们分别来画一下。这个就是接触器的长开触点。我们再画一个长密触点。好，这个是接收器的长密触点，这个多画了一部分。所以说接收器的图形符号就比较多，包括 TM， 这个放在主回路中，线圈长开长密触点放在控制回路中，好，这就是接收器的文字符号及图形符号。下一个电器元件是这个热继电器。它对应的符号是 SI。我们来画一下它的图形符号。热继电器跟接收器一样，它也有主回路的部分，也有控制回路的部分。主触点在主回路中，辅助触点在控制回路中。我们先画一下它的主触点，它有三项。这个放在主回路中。这个热继电器的图形符号是不是跟热继电器的原理相似？有三项，里边是双金属片，是不是非常形象？我们再画一下热继电器的触点。这个就是热继电器的辅助触点。通常热继电器的辅助触点就是利用长密触点，这就是热继电器的图形符号及文字符号。我们看下一个文件，这就是我们之前讲解的红断器。它的文字符号是 FU， 它的图形符号非常简单，我们来画一下。这个通常出现在控制回路中。我们再画一下盖子的电器元件，这两个是不是之前我们讲过的按钮？按钮的文字符号是 SB， 绿色的为启动按钮。我们来画一下启动按钮的图形符号。启动按钮通常用的是长开触点，我们来画一下。这个就是启动按钮。我们再画一下
停止按钮。停止按钮利用的是停止按钮中的螳臂处理。这两个是不是跟之前我们讲的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常开触点与长臂触点很相似，只不过是按钮多了，这两个相当于这个按钮的符号。好，这就是按钮的文字符号及图形符号。好，我们下一个讲解的电器元件就是指示灯。你要打掉它。指示灯的文字符号应该是 H，然后是 L， 因为指示灯跟别的灯有所区别，所以一般是 HL 表示指示灯。指示灯的符号就是我们经常用的灯的符号。指示灯根据颜色的不同，我们可以进行一下标注。HY 表示黄色 ，HG 是绿色。HI 是红色，这就是指示灯的符号。这些是我们讲解的基本电器元件的符号，现在我们已经学习完了。但是还有很多电器元件与符号我们没有在这里讲到，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会逐步给大家讲解到。掌握好电器元件的符号是看懂图纸的第一步，也是极其关键的一步。希望大家对本期视频能够认真学习。下期视频我们会根据本期视频所学的电器元件符号来分析一个简单的控制原理图，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老赵说电器，对老赵的视频点赞、评论、转发，谢谢大家。好，谢谢老赵。好吧，我们明天继续学给你个一键三连。我明天继续学，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明天啊，明天又是我们营养星期六了。行吧，我下来，我去跟问一下店长今天的工作情况。明天见啊！明天白天有那个公益的直播，大家可以看一下。明天应该还是牛肉面。